跟着师父念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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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放掌，诸位法师啊，诸位。那在给技术啊，大家阿弥陀佛。这个全台湾省啊，南投县甲苗栗啊，唔捌去，唔捌来演讲过。那么今仔日来这个南投文化中心嘛，安尼就。纯苗栗啊，也毋捌去过安尼啊。全省啊，即、这个各县市啊，差不多拢有演讲过。那么即个南投县啊，啊，即、这个信徒啊，拢真虔诚，真虔诚。啊，佮有咱即个从此法师伫遮慈悲的带动啊。那所以学佛的风气嘛，真殊胜了哈。啊，咱这个廖月娇居士啊，啊，拢带一旁的人啊，来咱这个文殊讲堂，来讲哎呀，输了五一年呐、啊，都来南投讲经啊，南投也唔捌去过哦。啊，这个阿贵师兄哦，是一拜过一拜安尼邀请。一拜搁一拜邀请，哎，我迄阵啊拄啊咧禁足六天啊，差不多无咧出门，啊，所以拢一直无这个因缘。啊，今仔日来这个因缘具足啊，啊，因缘具足啊，啊，所以就来到这个贵地啊呢，哈，啊，啊，这个。言啊，嘛盖书信哈，那第一现场啊咧哈，讲一千两百的人啊咧满，第二现场讲嘛满，哎，四五百的啊，看笔录的，啊这那南投县这文化中心，安尼算因缘盖书信啊，因缘盖书信，所以就是咱这信徒啊真虔诚，安尼十请八请哈。哦，哎，我唔是讲啊，真大块哈，唔是讲真大地安尼讲，请袂行。啊，无你过去也袂晓讲啊，无过去再讲。看啊，这发出真大地，拢请袂行，唔是安尼哈。哎、哦，因缘搞咱就来。所以我今日来到这个所在啊，啊，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啊，感恩的心啊，家己因为我年纪嘛真轻呐哈。哦像轻啊，因为属蛇的嘛，四十二足岁呢，虚岁是44岁嘛，哈、哦。啊，讲起年纪啊，个真浅啊呢，啊嘛，来加个这个诸位法师跟居士啊，互相学习。啊，那今天的题目哈、哦，叫做智慧的语言啊。这个题目吼、哦，较好发挥啦，因为佛讲的拢总叫做智慧嘛，的语言嘛。祖师大德讲的嘛，拢叫做智慧的语言。啊，咱若有智慧吼、哦，就计较真快活；啊，无智慧吼、哦，就会计较真艰苦。哦。佛讲的触目所及以万物为底啊，是谓之凡夫啊。嘿，那什么叫做凡夫呢？凡夫就是目睭看的，耳孔听的，拢是咱的敌人啊，拢敌对状态啊，痛苦啊，伊都无法度解脱啦。
看的就是束缚，所以说佛陀说啊，什么叫做众生触目所及皆是敌对，目睭看的耳朵听的拢是咱的敌人啊。啊，那佛祖大智慧人，目睭看的耳朵听的拢是咱的显地识啦。啊，上大的显地识是咱这条心嘛，咱这条心嘛，啊，所以这个智慧的语言呐、啊。啊，咱今日一点钟、两点钟啊，听了一句讲，对咱的人生有启发的，啊，安尼值得啊，值得。啊，不然唔在咧话啥呀？透早爬起来咧食饭啊，洗嘴啊，放屎，上班，暗时啊看电视，过来就困。他才被给洗水吃饭放屎上班看电视睡，每天都同样啊。我们想说，哎，我生为倒来，我死了要为倒去啊，我现在这么多烦恼要怎么处理，他不在想这个啦，他不在想这个啦、哦、那所以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就这样想啊，人生这样娶某生子啊，过去人大家都拢娶，大家过去人嘛拢有生啊有嫁啊，都是一样啊。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啊。啊，老公，安尼叫做快乐。嗯，阮看厝边隔壁那大家大家冤家，这问题就真大啊。所以讲吼，若要追求这世间的快乐，这拢无一研究性。啊，就那在在研究这个佛法。啊，研究这个佛法了、哦，啊，这唔只是我要切，这唔只是我要切，对不对？我咱读二十几年的切，破书嘛才读二十章，你们趁咱读二十几章的切，为切皮读较切心，会读读较未读，上阵嘛是讲啊，趁较济钱尔，对不对？钱未当解决代志，我即马真烦恼，你钱遐济要创啥？你规工的，嫁金婆啊！你看啊，几落亿，啊，几落亿，你要从啥？你烦恼哎，烦恼啊，遐重嘞，痛苦嘞，钱袂当搞个代志个，对。哦，所以这就有智慧甲无智慧个。啊，你讲啊，我即马要驶只轿车，驶啥轿车？我驶上好个，就面子无上好啊，对不？对嘛，你若明仔载死了，这只面子也毋是你咧驶啊。所以，你真的拥有金钱吗？你真的拥有这辆车子吗？你真的拥有这个房地产吗？你真的拥有它吗？你冷静想想看，其实没有，其实没有，我们从来没有拥有过什么东西，这是我们的虚妄执着而已。世间为我所用，非我所有，世间是暂时借咱用的而已，不是咱的，无一样是咱的。安尼稍微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啊，今天你搁产生搁再较大的执着，我们的生命一样是无常，还是要消失？赶快！但无论安怎执着，无论安怎保护咱，无常总是会到位。啊，这就是爱靠咱的智慧观察啦，靠咱的智慧来观察啦，哈。所以咱今天讲的这智慧的语言，哈。是第四集了、啊、那么前三集也是在花莲，在花莲讲的。那么每一集也都可以独立了、啊、每一集都可以连贯，连贯起来，连贯起来、啊、连贯起来。所以啊，有智慧的人他如果说一句话啊，一句有智慧的话，伊就会当救一条，救一个人的性命，不一定。啊，咱今日来听经，听到一句有意义的，感触到咱的内心的深处，以我心有戚戚焉，咱性命活得有意义。咱要安怎支配咱的性命？安怎运用咱这条心？咱才有法度。啊，若无到死。你也是同款安尼啦，做总统也死啦，王永庆嘛得死啦，日本的天皇嘛得死，拢爱死啦。
站在终点呢、啊，都是平等的啦，都是平等的啦，啊，那么我们不是用拿，那不是讲提死来消给咱家己，啊，那是爱观照，观照，啊，不是讲阿爷还会得恐怖这个死，啊，学佛他正要面对这个现实的问题，一般人对这个现实的这个定义啊，错误了。定义的是讲啊，柴米盐油酱醋糖，这个是现实，啊，金钱叫做现实，啊，其实不是这样，啊，那对一个欲望较少的人，生活很单纯的人，欲望很少的人，也让用上少的物质，伊就让活较真快乐。哎，为什么要出家？也出家人伊要面对的这个问题，就是生老病死。生老病死，这是现实的问题，这才是真正的现实问题。你问生从哪里来，不知道，死往哪里去，也不知道。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烦恼，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烦恼，不知道。人家出家就跟批评说消极迷信，哎，问我你敢知了解出家，不知道。出家在做啥？嘛唔知，一知半解啊！啊，所以我来有时啊看到电视咧辩论哦，看到会爱笑啊。外行人哦，外行人咧讲内行的话啊，你电视咧辩论啊，这个技术工，成佛并不一定要出家啊，啊在家也可以成佛啊。啊，看到你也爱笑，这句话啊。站在理上来讲是对的啦，啊，站在理，理就是讲每一个人吼，拢有佛性，每一个人将来拢会成佛。站在这个角度来说是没有错的。在家居士，只要你明心见性；在家居士，只要咱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咱赶快是佛。这是站在你的角度来解释是正确，但是站在思想来讲呢，打开三宗十二部经典呢，每一分佛十方三世一切佛，无一尊佛不是实现出家八相成道，再来成佛做作的，无迄个基础佛啦。那讲这个基础佛，大家拢会记这个维摩诘居士啊。维摩诘是基础呢，伊唔是佛呢，一来伊是佛的实现呢，但是伊外上现的是基础心呐、啊，又娶某啊，伊嘛是有做这个事业啊，对吧？哎，但是啊，十方三世一切佛实现，一定是出家才来成道，无迄个在家成佛的啊，无迄个在家成佛的，所以。伊这个辩论啊，并无什么意义，在内行的人听起来呢，就感觉很好笑。那这世间就是安尼，册读较悬的人较好讲话，册那读较少的人伊是较袂晓讲话。啊，两个辩论呢，在大彻大悟的人看起来，是没有什么意义啊。辩论那有什么意义？对不？你辩论那有什么意义？你讲讲个真有道理，伊也是一个凡夫啊。佛法是要从啥？佛法是要让咱解脱，佛法是要让咱自在，彻底落去开悟、解脱，除掉咱这个五执、法执，是真真正正的智慧。佛法唔是要提来讲争夺，讲什么人较好讲话，好、哦，两个人来辩论。啊，甲跟乙在辩论，甲凡是较老讲话，啊，乙咧，如果伊那是大彻大悟，伊解脱，不过伊较不善于表达，伊讲袂赢甲，啊，不过甲是凡夫啊，伊是四字变中啊，伊是硬死命争啊，硬死命讲啊，伊咪讲伊读个博士，对不？世间的博士啊，真好讲个，真好东西啊，啊，这个开悟的人，伊较不善于表达，但是伊内心彻底的解脱啦。啊，你是谁呀？他
拜五的人赢。佛法不是在比赛，什么人较敖讲话，什么人较敖论证，变来变去的啊，变起伊个，变起伊个，啊，事实上烦恼甲白死掉的啊，伊嘛是要未解脱啦，对。所以佛法是离言说相啊，佛法是离开这世间的语言，伊是真实的解脱的境界。佛法不是让你用辩论来啊，所以佛在世时呢，外多要切佛辩论。啊！拢问迄无意义的问题，讲啊，请问世尊世间有偌大？请问世尊，这个世宇宙有偌济众生？世尊拢点点，那无意义啊！你辩论这无意义。咱即摆上重要的就是有生老病死的问题，这才上重要啊！这是上重要啦、啊。咱今日咧讲的三十三天地外，迄个拢以我们的生死了不痛痒诶。哦，这即卖咱学佛就是要面对这个现实的这个问题啊，实实在在的这个问题来讨论来解脱啦。啊，所以真侪人伊对出家无了解啊，要看人出家哎，多骗现实，多骗现实。那啊，这看人出家哎，恋爱失败，恋爱失败。你看慧理法师现在细汉就是娶无，我们再去出家。反正真艰苦啊！讲咱这班的讲娶无婆啊，出家，压力无遐大啊！你要一直甲解释这艰苦啊，那不是安尼啊？所以讲啊、哦，我们一定要先了解哈，那、哦、一定要了解啊。佛、哦、法不是亲像咱咧想的遐尼啊单纯啊，遐、哦、尼单纯啊，遐尼啊单纯。所以看了电视上的辩论 call in 的节目，还是讲报纸啊，一寡。哦，一寡啊，为了这一次哈、哦、佛教诶这震撼的代志，咧写文章啊，什么专栏啊，我看伊咧写，我替伊做艰苦。外行，写那根本就是外行的话啊，我们也不能讲什么，我们不能讲什么，何况是要我能解脱的物件哦，你写个贪天花乱坠，你还是一个凡夫，为什么？你是用意识心，你不是用清净的本性啊，展现出来物件啊，所以。一句智慧的语言哈，有时会救人一条性命啊。那么我们今天说智慧的语言，那个为什么要讲智慧的语言？就是为了要修行啊。那人啊，不是死得当解决代志啊，死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啊，生是死的开端呐、啊。人应该怕生啊，不应该怕死啊。人啦，有生的一定会死的，你恐怖这种多余的物件就对啦。咱人的愚痴啊，咱人足够依赖的，一定要吃长生不老的药，长生不死的药，像秦始皇啊，啊，不是道家炼丹呐，炼丹呐，哦，想要吃这未死的物件，这是大愚痴。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。有生就必定有死，人应当恐惧生的，不应当恐惧死。你今天你若无来这个世间出世，你就唔免烦恼会死呀、啊，对不？啊，咱今天来这世间出世的，你就一定会死的，你就不会死的牙手，好不？哦。佛法伊就是要教咱安怎不生不灭，就叫做涅槃。哦，叫做涅槃。啊，那今仔日咱讲啊，我惊死，我今仔日惊死，你假啦！那个拢是假，你听有无？你就一定会死的，就对啦。我嘛是一定会死的，恐惧死亡这个东西多余的啦，你听有无？哈、哦。啊、所以有生必定有死啊！那今麦好好的目标就是，我们怎样进入这个不生不死的涅槃的境界？这就是咱今天的功课啦，功课啦，对不？啊，所以修行的是要修正这个念头，你不免恐惧死亡啊，你也不必期待用什么药来吃会不死啊，什么仙丹来吃不死，不可能。无可能，这个色心包括释迦牟尼佛，伊就是视线涅槃。只有我们的灵性，咱的佛性啊，那有干哦，才会不生不灭啦。那咱的灵性觉性就是佛性啊，才会当不生不灭啦。
那按咱这个色心，你不可能的代志，无常嘛，对吗？所以修行就是修正这个念头，安尼咱就袂恐惧。那我们转一个念头，那修行转一个念头，安尼咱就觉悟啊，你记得好过啊，你记得好过啊。这有觉悟甲无觉悟的差真济啊，有觉悟就无觉悟差真济。迄天风台啊，为高阳安尼扫。扫过啊！我伫五楼的客厅，我头前个图书馆啊，我的徒弟哦，可能门关了无好势吼，门关了无好势，风安尼扫来，砰，大地玻璃啊，一点我算慢的哦，破去啊！啊，徒弟关无好，伊看到书会惊，因我也毋捌甲骂啊，安尼来看到书会惊啊！哎，观音甲师讲，哦，师啊，迄大地玻璃破去啊！我讲讲，大项代志咪拢卖破，多一项代志袂破。你晓得吗？大项代志袂破，嘛多一块玻璃袂破，早破甲慢破尔嘛。今年袂破，明年嘛破，明年袂破，十年嘛了嘛破，十年了袂破，一百年了一定会破，你咪傻瓜。早破甲慢破尔咩？啊，所以我也袂去责备徒弟，我咧报报咧就好啊，报报咧就好啊，哈，无常啊，无常的物件，你要那啊，无智慧，你伊个都无讲无智慧，都唔想做啊，嘿，无智慧，看我较早，去到一个啊，唔是信徒因遐，哈，哎，就去到信徒因遐，都是隔壁，而且一囡仔吼，囡仔吼，捧一块碗公啊，是啥，无讲介大块碗公。行啊，说去落去咧，样知影？落去啊！啊，迄个可能也无下好啦，就拖来啊，就推啊，又受啊，死囡仔啊，就扒，一直扒，一直搞啊！啊，迄个囡仔扒啊，安尼乌青警徽嘛是一直扒，一直哭啊！一个碗公安尼公公扒，啊，扒开无久，碗公嘛未好起来，你嘛是破呢？你去搞迄个囡仔公司，一定碗公嘛破呢？对唔？看不是安尼，你都无智慧，甲无智慧，我破一块玻璃万几块，我都无讲第二句话，咱知影迄无常嘛。伊破一块瓦工，迄个几百块，甲迄囡仔讲到乌青警徽，为啥？伊无智慧啊，伊唔知讲迄无常啊。后摆叫伊讲囡仔，你较注意，讲个啦吼，叫伊较注意就好啊。你甲公司伊咩叫瓦工嘛破去，对唔？有智慧甲无智慧咧处理代志是大不相同。你若有地位咧处理代志，你也如如不动，了解世间的真实相嘛，了解世间的真实相嘛，啊，所以阿含里面讲叫做如实知、如实见嘛，如实知就是爱如实的了解这世间的真相，才袂去有世间的假象去有骗去，世间的假象去有骗去啊，系啊，像阮隔壁较早，哎，迄查甫呀。啊，查甫呀，啊对查某的，对不？哦，啊查甫对查某，啊伊就哦，查甫伊就对查某，伊就别讲啊，啊无你会死咯，我为你袂食袂困一咯，暗时啊拢啊袂困一咯，茶不思咯，夜不饭咯，啥哦，我一直讲啊，查甫就上咬咯，啊等下对到了点吼，大家共怕呢，大家共怕恁遐臭，唔能叫查某骗你，我无甲你骗咧，大家共推啊。哎，所以世间的假象，讲哎呀，讲我这感情啊，感情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的生命啊，如果用依靠的啊，你也真艰苦啦。依靠的是讲啊，你若靠钱，钱有时啊会让咱痛苦啊。有钱你才会快活，无钱你会艰苦啊。还是讲啊，你靠这个感情啊，查甫我靠查某，查某我靠查甫，有一天啊，他离开那你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所以。佛法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我就是本性啊！天上天下只有自己的清净本性可以做依靠啊！包括释迦牟尼佛都不可以依靠的，佛不能救众生的。哎，释迦牟尼佛如果他可以救众生，伊的徒弟伊遐尼多，一千两百五十个阿罗汉，伊那叫伊徒弟爱认真修行啊？对唔？算不是安尼？哎呀，那你拜佛拢也拜唔到，那个拜阿弥陀佛来解救，你讲阿弥陀佛来解救，啊，你就自己唔救自己，
按怎咱家己家己，迄贪心唔去掉，嗔恨心唔去掉，迄个嘴拢乌白骂人，乌白讲批评，对唔？安尼阿弥陀佛，安怎甲咱救啊？咱唔救咱家己，佛面啊有法度甲咱救？所以咱合乎人颠倒，就哎呀阿弥陀佛，你甲我救，啊！我做偌济歹代志拢无要紧啦。阿弥陀的庇，坏人的包庇所，歹人的包庇所，就是哪有人安尼的？你不了解佛法啦，不了解佛法，所以修行爱修正这个念头，错误的念头。好、哦，啊，咱生命的目的呢？一般世间人就是娶某啊、生囝啊、建基立业啊，安尼。哦，啊，那是一个有觉悟的人，就是哎，觉悟要自利，要利他。哦，啊，自利利他啊、哦、啊！如果我们不牺牲的话，我们没办法见到真理。生命就是牺牲，像释迦牟尼佛安尼啊，伊才会当见到真理啊。每一个人啊，那一时随时随刻拢自私自利，伊永远袂当见到真理，永远没办法见到真理。伊就规工干那五执啊，我对啊，别人拢唔对啊，安尼永远无法度见到真理。要见到真理，爱大无我的精神，爱大无我。啊，学佛就是从啥呢？学佛就是要离苦得乐，吼、哦，离苦得乐。啊，世间人呢，嘛是想要离苦得乐呢，但是伊方法错误啊，伊不但袂当离苦得乐，痛苦阁愈侪，痛苦愈侪啊！大家讲，哎，世间啊无烦恼的野手，无可能，大家拢有烦恼啊。世间无苦的野手，大家拢有艰苦啊。啊，要安怎离苦得乐，都不一定会知影，都不一定有有法度离苦得乐。方法错误的话，你不但袂当离苦得乐，佮愈凄惨，愈凄惨嘛。比如来讲啊，比如讲，哎啊，我活着很无聊，对不对？哎，伊想要快乐，哎，吸毒，吸毒。哎，吸毒，吸毒可以茫茫然，啊不，打麻啡可以让你神志不清，还是讲吃安非他命可以神志不清，啊你是快乐，世间人啊，啊，啊少年人啊，哎，精力充沛，啊不的飙车，飙车，飙车啊，飙车，哎，你喜欢飙车，啊飙车拢塞罐，霸利的啊，霸杀霸死的啊。一贯的啦，摔到断脚断手的吼，安尼无彩，老爸老母咧饲伊啊，对唔？做哪咧飙车啊？我拢甲讲，你生咧百里伤少，安尼也不好，因为残废吼，老爸老母佫甲你饲啊。哦，你那是有效，那要飙车，你爱塞两百，因为迄老人一定死现死啦，较快活，卖去整着便吧，整着你就现死啊。安尼恁老母也较袂遐艰苦啊。你半盏灰，半盏灰，那么飙车你就两百，不得三百，先得就现死就对了。哦，啊，那无你就卖，无你就卖飙车。啊，你那得得得，哦，飙车你阿哩半身不遂，你也袂当趁钱啊！你老爸老母对你一世人艰苦啊！啊，电视咧播的，哎，飙车安尼，我都卖骑去，啊，都也一个刀安尼共砸，共。啊，砍人的对，哎，个人咧无完无休啦，个人咧无完无休，你行起都刚破啦，我都想无啊，真的想不通啊！伊安尼个你无完无休，你个台北从啥？我都真正想无啊！嘿，哎，电视个问啊，问讲你为什么砍人呢、啊？伊讲好玩，伊讲好玩呐、啊，你看，啊，万一叫喷在好玩，没人唔知。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世间的茫然茫茫然的对了啊，一甘愿要给他们好生去吸毒飙车砍人啊，正经那他们老爸老母他就没有他的办法了啊，正经乖的孩子，他们的孩子好生他要来出家修行刷个洞，世间的都病了，世间的都病啊，
啊，伊要一主出家救助升天，伊真正要超我家己，要来好好修行，报答老爸老母。出家是大孝嘛，哦，出家是大孝之子嘛，啊。出去啊，无咧看我，无咧看我，两三点像阮较早伫咧参公边啊，两三点就爬起来拜佛啦，对无？两三点就爬起来拜佛啦，对。阮去大殿，人师已经伫大殿咧等阮啊，对无？哎，老人伊较免困，阮少年人爱困啊，正经个，两三点去参公已经伫咧大殿咧等阮啊。对吧？哎，老人困两点钟会使，阮都爱困到八点钟才有法度啊。去大殿听啊，拄久啊，啊出家啊，无咧快活啦，哦，啊无咧修行，也毋是真快活的代志啊。迄若无法自主观的，那有可能是要人要安怎甲你勉强？哦，勉强讲啊，不早讲咧讲哦，用什么迷魂药咯？用什么咒语咯？啊，笑死人！出家是真艰苦的代志呢。无咧快活呢，吼，所以啊，这个就是说啊，处理啊比较不恰当了，吼，处理不恰当了啊，出家是真辛苦的代志啊，那个是要是要下真大的决心呢，啊，那么所以讲啊，世间啊，老爸老母哎呀啊，这个好像去吸毒啊、飙车、砍人啊、都贩卖枪支啊，哎，一下唔该抓回来，啊，正经走出去啊，抓回来，那不可思议啦，哎，那就不可思议啊。啊，咱的世间人哦，也唔知讲啊，真正的快乐是啥物物件，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讲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都在追求快乐哈、哦，但是啊，没有一个人真正的了解快乐是什么啊。释迦牟尼佛佛陀告诉我们说啊，咱每一个人啊，都是在追求快乐，好啊，但是呢，咱每一个人啊，未当真正了解讲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哦，咱不了解，那一般的快乐就是。吃好啦，穿好啦，哦，做轻客啦，哦啊安尼，啊有轿车驶啦，老啊厝啦安尼，啊差不多安尼叫做快乐啦。啊，那边安尼释迦牟尼佛伊的太子，伊后摆要做皇帝，伊达行嘛有，伊那就走去出家，对唔？哎，为什么？我们佛陀告诉我们，人之所以痛苦，在追求错误的东西。咱今仔日为什么会未真正得到快乐？因为咱追求的物件唔对，咱追求的物件唔对，也无究竟。追求的物件拢是无常的物件。追求金钱，金钱是无常的；追求感情，感情是无常啊。对，你讲啊，咱电视的广告，老的明仔在十五是假菜，对，你看的遐啊。对不对？哎，看那遐哈，好。我问你，你看你外久啊？你看到无？还看对无啊？无去啊？一定爱死的啊！这对一定爱死的啊！对唔？你嘛？哦，阿姐嘛过来哦，现在吼，哦、电视的哦，电视迄、那个哦，咱的小姐啊，爱水啊，去哦，去麦登峰啊，是啥物最佳男主角哦？安尼三一斤，讲爱偌济钱啊？哦，阿无都。我得去做脸啦、啊，哈、哦！阿伯得去用迄个柠檬打三片啊！阿伟打个剩两粒目睭，看到足惊呀！吼、哦，规面拢裹个白色色啊！迄个熊爬起来袂惊到，你念不念大悲咒嘛，饲袂掉，你惊到啊？你看人咧化妆，剩两粒目睭安尼。安娜有学过嘞，又开悟，伊就较袂安尼。我吼、哦，佮安怎化妆，安怎来保养，伊有一天会老啊，伊一定会老啦。啊，你毛上是爱化妆一下啦，有影啦，对无吼？吼、哦，安尼为着这个身材，安尼苦恼，对吧？阿伟啊，真大苦哦。阿姨就哦，赶紧要来瘦身啦、啊。啊 ，Trust me, you can make it 。大苦感到咧歹看，对，算是安尼。
大哥后摆剃头做主持无较大班，像我做主持拢无班呐咧。啊，世间就是安尼啦吼！啊，你啊，咱这色身啊，你啊想看卖吼？啊，那是我，咱为啥会痛苦？啊，咱都明明知这个身躯是有一天会死、会歹、会烂的物件，在佛教来讲，这是无我啊，这不是真正的我啊，对不？这不是真正的我啊，哦，所以这个老子讲啊，无有大患，唯吾有生啊！啊，是八大人家经讲啊，四大苦空，唯吾我。这个色身是干枯的物件哦，我们在这个色身的大做文章。所以佛陀说啊，在阿含里面讲，佛陀讲了一句非常了不起的话。佛陀说，弟子们，只要你这颗执着的心、错觉的心、颠倒的心没有修正，你的问题永远存在。再讲一摆哈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讲，只要咱这点执着的心无处理掉，只要咱这点分别的心无处理掉，颠倒的心无甲处理掉，咱世间这个问题永远都存在。我们的问题永远存在。哎，对不对？这一支广告是永远是真实的。哎，所以说啊，这个人啊，与其说一句讲你一讲追求快乐，不如讲一堆追求痛苦；以及说他在追求快乐，不如说他根本就是在追求痛苦。我们很清楚的，所以我们呢，要很清楚的来感受到这个佛法的伟大，它这个念头而已，啊，我这么问，未死，你不会死的，请举手。无人敢举手，你一定会死啊！对，哎，那心肝安尼想哦，安尼想哦，难道呢，加生一个？啊，世间人做多济生日，我跟你讲，以开悟性质来讲，恁家的加生一个，就是会加一个死人。正经的啊，敢无影？正经的，加一死人。所以，伊这也袂欢喜，无也袂伤心。因为了解一切法拢无常，了解拢是安尼啊！啊，咱学佛的人也讲哦，食愈济就放愈济啊，所以老物件伊拢袂贪着，拢袂贪着啊！哈，世间人是咧讲啊，这粒啊包啊，互你食啊，这粒互你食，迄粒互你食。开悟的人伊无安尼咧讲的啊。开悟的人，伊看到究竟啊，伊会讲：哎，这粒互你放，啊，这粒互你放，啊，剩这两粒互我放。因为食了一定会放啊，那食这放这啊，所以啊，你就开悟啊，关心不净啊，所以讲啊，那食会饱就好，唔免安尼贪，唔免安尼贪啦。哦，嘟嘟好就好，安尼，伊这欲望慢慢慢慢的放啊，有智慧啊，有智慧啊，伊看会开啊，看会开啊，对嘛吼？哎、看会开啊，所以啊，咱若要真正要追求这个快乐，咱都要遵照佛陀的教化，遵照佛陀的启示，启示就对啊。过来，这世间唔是苦。就是乐，不是苦，就是乐的对。啊，咱这世间人啊，看到痛苦啊，拼死命要逃避；看到快乐啊，拼死命要执着，拼死命要执着啊。佛陀告诉我们说：“弟子们，逃离困境，就是远离菩提；逃避。”现实的困境，就是逃避菩提，远离菩提。那么按怎才能完成菩提之道？必须要面对困境，一切苦、甘乐，拢会当观照解脱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，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，
应当很自然的升起一颗欢喜的心。我们应当了解困境是生命的一部分，没有逆境，没有困难，是不能成佛的。搁再讲一摆，世尊甲咱讲，人应当爱面对现实的困境。每一个人拄着困境的时阵，爱自然产生一粒欢喜心的念头，了解这个困境是咱生命的一部分。每一个人活在这世间，伊一定爱面对这个逆境、困境的对。无困境、无逆境，绝对袂当幸福。会记得，所以逆境是咱生命的一部分。咱对这个逆境，爱产生这个欢喜心，啊，欢喜心。有的人啊，除了金山。哎，小孩子不懂事啊，因老爸老母啊，袜子买不起，穿一双鞋啊，就怪因老爸老母啊，讲我安尼出世这么惨的家庭，拢无钱通买鞋啊，嘿，这就是世间人，所以这个囡仔伊就闷闷不乐啊。但是若有智慧啊，伊就袂安尼想啊。当你没有袜子穿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根本就连两脚都没有，连两脚都没有？你现在在牢骚抱怨说没鞋子穿，你告诉说有的人连两只脚都没有，这样是没鞋子穿比较不幸，还是没两只脚的人比较不幸？世间哦，不能一直站在我这个角度就来讲说啊，世间我上艰苦，世间我上委屈，啊，世间我逆境上多，啊，世间拢无人了解我，啊，所以规天都郁卒，规天都郁卒，啊，伊不但身躯破病，心阁无健康，活甲非常的痛苦。所以啊，有一摆啊，我伫一个所在咧开心嘛，啊，互伊问问题。一个写一个问题来讲哦，讲因妈妈安尼中风，啊，早拢伫菜市啊咧卖菜，啊，即马中风，啊，煞情绪哦控制袂调啊，啊，控制袂调啊，哦，啊一脚一手袂叮当，啊，中风啊，注射食药啊拢袂好，哦，啊，规工就是牢骚抱怨啊，真过甲真痛苦的日子啦，我就甲伊讲啊。今仔日，咱若有即款情形，咱来做安尼观想啊。较早卖菜，菜市啊卖菜真辛苦。即马拄啊中风，利用中风的时间静养啊，来个自我放假啊。虽然咱一脚一手袂叮当，毋过一脚一手还佫治疗，慢慢仔治疗啊，有时啊有希望啊。哦，啊有个人啊，一脚一手无啊，像电视咧播迄。练课啊，一个人趴伫咧练课啊，趴咧啊，大专练课，趴咧考试啊，伊个脚两只脚拢无作用啊。人袂使一直感觉家己真不幸啊。咱若家己感觉家己真不幸，咱逐天会真活甲真艰苦啊，咱会活甲足艰苦呀，吼，咱会家己感觉活甲真委屈啊，哦，所以啊，若要让家己快乐啊，冷静一下。啊，哎，比较一下，咱就常常安尼想：世间我毋是上不幸的人，世间我嘛毋是上艰苦的人，也佫有比咱较艰苦的人，啊，也佫有比咱较艰苦的人。所以啊，咱若咧回光返照，咱就会珍惜现在，珍惜现在。啊，你讲，讲有一个囡仔，十七八岁。对因老爸老母啊，拢介不满的着，食了无好啊，睏了无舒服啊，哎，老母来请教我，我讲安怎？你要请教啥？我这后生啊，拢唔听话啊，拢唔听话啊，哎，我甲工作简单嘞，你带去大陆，
你就不用带去大都市，你带去金山金山的庄卡才行一日啊。你真正给带去大陆啊，带去大陆金山金山的所在啊，安尼一工赚人民币啊十块，啊食饭就饭一大碗菜一点啊，路边坐咧就食，因老母就报伊看安尼看，去大陆安尼行一日转来吼，点点唔敢搁讲啊，唔敢讲伊上不幸啊，唔敢搁甲因老爸老母乱啊，唔敢，为啥？未使以咱的标准来做标准。所以咱今仔日若去非洲啊，咱会感觉咱是台湾是天堂啊，天堂啊！哎呀，正经台湾实在是真享受啊！啊，正经足享受台湾人哦，只也会使讲世间一流的就对啦。啊，我才去日本倒来啊，像我才去日本倒来啊，啊，我。九月初五去日本啊，去两礼拜啊，去东京、Tokyo、Yokohama、横滨、Osaka、大阪啊，真多邀请来开始。那日本哦，经济的强国，但是日本人咧食迄个，我哩赞袂掉，赞袂掉。日本人袂晓炒菜，袂晓炒菜，什么菜吼、哦，拢摕落去生。什么菜拢摕落去煎，天不啦，大项什么菜拢摕落去煎就对。干那咱人肉无摕落去，无得摕落去生尔啦。哦，拢食迄款什么哪哪滋客咯，食迄啊那迄个米寿司路汤哦，讲死袂严的。哦吼，伊是咸噶，那咱生咸鱼也无遐咸，生咸鱼也无遐咸啦。哎，日本人，一生活真紧张。哎，真紧张，真艰苦。出事伫台湾福不大。啊，日本的物件哎贵，甲袂忘记。一个包啊，一个包啊，300块的日票，台票75块。你敢那会看袂忘记啦？哎，啊，你也无贵呢，你也无贵呢。一个哈密瓜，日本的一个哈密瓜，偌济？你敢知？你敢要会到？你慢慢要想这啦，我讲你听，15,000块的日票，除以四，拄啊3,750块的代票，一个海鲜瓜哦，要甲4,000块的代票，摆伫遐，迄阵若无信都买花食吼，我公司我都较好个，我都袂去买迄来食，嘿啊，正经啊，啊是有影好食啦。哎，是有影真好食啦！啊，唔过好，迄贵用诶，实在。哎，啊，伊日本诶哦，伊食心哦，真简单，真简单。啊，拢用个定食啦，用个便当啊，定食啦。啊，米寿司就是真咸嘛，啊，无就咸菜脯啊吼，安尼啊，饭是袂歹食啦。哦，啊，你逐工食迄哦，啊，咱搁食寿司呢，食甲两颗目睭拧拧过啊。安尼便当拍开哦，无从下手。唔知要为倒硬去，拢是生的物件，无从下手啊！啊，拍开啊，安尼啊，啊无法度啊！但台湾食寿司介方便啊，日本无法度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哎，啊那食，我哎，那日本人这个汤，这今仔日哎，导游，今仔日这个汤确实煮了袂歹。导游讲啊，这就是茶鱼苦汤啦。我是讲上好食的那样呢，茶鱼汤啊！哎，我多伊那无食素食的观念啦，你我多啦，你啦，哎，我来，伊就讲，多伊讲啊，叔啊，这有茶鱼，我啊，你就点点慢讲哦。啊，我咧用咩格式啊？你搁讲啊？哎，我多去日本的要死啊，正经啊！要死啊！正经啊，迄巴肚，我来，我是讲啊，踮伫台湾的人真享受哦，真享受。台湾的人，迄日本人感觉真奇怪，台湾人呐，我都要菜安尼青青，炒炒来，佮同款就青青。日本人感觉足奇怪呢，我开始呢安尼啊，我去日本哦，日本人袂晓啊，我学两句尔，
分两句，第一要买物件，爱会晓讲；第二膀胱无力，爱去便所，爱会晓问啊。为着要练习吼，所以就去问啊。行到倒，咱无买甲买，看你话伊过来的是假，我还借钱。啊，那要去便所，因为膀胱无力啦，就请你再问看便所伫倒一个啊。哎，你讲，哎，拖一日就落去的是假。便所为倒去，啊，为着要练习这句哦，为第一个问到十第十个啊，大家拢甲问看便所为倒去啊，问到后尾，迄个日本人无爱插我，问这两句就好。啊，所以讲啊，咱等于台湾哦，该欢喜心啊，因此，咱内心爱安尼，观照知足，苦甲乐，伊无一个标准。无一个标准就对啊，无标准就对。啊，那圣灵就无同哦，圣灵就无同。啊，你有圣灵，你讲法经讲的只，提婆达多啊，五百世以来啊，拢参释迦牟尼佛作对，作对就对。释迦牟尼佛那么修行，伊就要甲害；释迦牟尼佛那么修行，伊就要甲害。释迦牟尼佛，伊不但无恨伊，伊个个感恩，转一个念头，转一个念头，嘿，啊，所以即马，咱即马一个念头要注意哦。释迦牟尼佛教我们要有感恩的心，怎么感恩呢？释迦牟尼佛要叫我们关照，说当众生对不起我们的时候，恨我们的时候，或者伤害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内心里面要这样关照。佛陀告诉我们，啊，我们要这样关照，关照说。众生造种种的恶业来成就我的菩提之道，我不应该恨他，我应该感恩他。我再讲一遍啊！啊，哪有人对不起咱？哪有人伤害咱？哪有人迄个要害咱死的就对？要害咱死的就对？包括口诛笔伐要害咱死的就对？拢总改啥感恩？咱就该想讲，伊做无量无边的恶业，要来成就我的道业。我爱个感谢，这大圣佛法就是转念头，知影无？哎，也要转这个念头，哎，也要转这个念头，哎，哎，也要转这个念头啊。所以啊，咱若未晓转这个念头哦，咱真紧就去用转去啊，咱真紧就去用转去啊，哎，转去啊。你讲，唔知是外道还是啥，伊拢会学袂放风声啊！放风声讲，哦，听讲辉华师讲你的房间哦，装潢一千万呐、啊！讲我的房间装潢一千万呐、啊！啊，我听到爱笑啊，爱笑啊！我无啥物解释啊，笑笑安尼。我是讲啊，一千万唔得规壁拢爱搭金嘛，无装潢要搭装潢一千万，要惊死人个！我拢无解释啊。啊！这个唔知是外道啊，是安怎？一直放风声就对了。啊，放到有一摆啊，一个信徒来，来师傅的客厅啦，因为师傅，你足奇怪呢？啊，人哪会讲你的房间的装潢一千万呢？我是安怎？想讲，伊讲啊，都弄啊，你团啊，你风声啊，我讲吼，啊不，我话你愈讲无方便啊，不你去叫一个信徒来，我伊在真正去叫一个信徒来，我话恁两个做伙的来。我带你来看我的房间，我就带他去看，走一人啊，他说，哦，啊，这人真苦啊，就没半项啊，就都大总经啊。我说，对啦，地位是不是一千万啊，都地位嘛，都大总经嘛，吼，哎，这不是一千万啊。看他站什么角度啊，这样啦，还有一个哦，跟你说这个世间的人就是这样，有一次就信徒打电话来了。打电话来讲你哭啦，讲你哭啥？讲啊，听讲慧理法师今嘛咧急救咧道上蛇咧助念嘛啦。讲我咧助念，我讲你才咧助念呢。我伫时咧助念，我今嘛不是好好。因为我奇怪，台北那放风声，讲你今嘛助念要死咯。我讲你这要死咯，唔是我，是哪要伫时要死？伊讲啊，拢安尼讲啊。你还跟你讲，你这根足奇怪呢吼。无法度啦，无法度。
啊，所以讲这不管什么境界来哦，你众生真可怕，假钱也假啦，啊假话也假呀，啊拢会变紧啦，哦，那所以啊，佛陀说很重要啊，你要这地方你要变起来啊。佛陀说，但我们不了解啊一件事情的真相，我们最好采取尊重的态度，否则会更显示我们的无知。佛祖说，咱对一件无了解的代志，最好采取尊重的态度，啊，若无哦，会显示咱家己的无知啊。搁再讲，咱人哦，真少去了解世间的真相，这个嘴就开始批评啊。大部分拢是安尼，拢是干那看到表面的安尼尔。拢是看到表面的安尼尔。啊，人，你个安怎做，你拢有人拢有话讲就对啦。你安怎做，拢有话讲啦。你要相信，你人你无法度做到完满啦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伊就是安尼讲啊。啊，你话讲真多，那嘛是要甲你批评啦。你话讲真少，那嘛是讲要批评啦。你若点点哼哼唔讲话，人讲你是恶狗哟，嘛是人要批评啦。世间无一个不受批评的人啦。因此，咱唔免去改变众生的观念，咱来调整咱家己就好，调整咱家己就好，调整咱家己就好。心嘛，跟一切相，拢了解众生。心不清净，所以自口业啊，变本加厉的造口业啊，这是常态，这是众生相的掉。那是有大智慧的人，也保持如如不动啊，袂这么简单的去用转去。什么叫做凡夫？什么叫做众生？就是也未了解真相啊，就捡别人的几句话，即以为失，要加以评论。哎，孔老夫子讲嘛，是不是啊？未见而言谓之古啊！啊，代志都还未看真清楚嘞，都恶被批评，这就是一个目睭青盲的人啊！这个古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有个比喻啊，就像一条疯狗啊，愚痴的狗啊，啊，几只骨气也高啊，那就铁枪门家。这狗啊，啊，嗯，牵回去，牵回去较远个，这个狗啊，呜呜呜，走去就咬，咬要来吃，结果咬着是啥？石头啊，嘿，伊还袂分辨讲这个，这会吃是袂吃这个物件，伊就走去，就甲咬了啊。愚痴的众生就是安尼，无知的众生嘛是安尼，若凊彩放一个风声，啊，你也唔知讲这真个还是假，对啊唔对，就开始起烦恼啊。开始对事无信心啊，开始就攻击啊，哦，啊无就人若凊彩甲你放一风声，就对你的好朋友，还是对恁翁啊，就无信心嘛。有时啊，咱人会去用一句话害死，是因为咱家己无智慧啊，因为咱家己无智慧啊，啊袂遐冷静啊，是讲啊无我代志我冷静一下，我甲查互伊清楚一下。查好伊清楚者，我彻底地来了解一下，啊，我要来想起，安尼嘛也袂慢。哈，那我讲，人咧关桥啊，嘛得关差不多15分钟才会起，关桥啊，嘛得关超15分钟，啊，咱一学会的人啊，这么2分钟就跳起，要惊死啦，对，比关桥啊较紧，啊，因此啊，智慧啊，冷静啊，碰到诽谤。这是世间的常态啊，世间人大家拢自尊心真强，大家拢想要显示家己的存在性，所以我来诽谤你，你来诽谤我。只有大彻大悟的人，一切诽谤拢总消失，无作用啊。亲像啊，无开悟的人，就是亲像一张壁，顶空空啊。那石头甲结起的时候，你弹倒转来啊，你要让伊死，伊就要让你死啊。这个是世间人，大彻大悟的人是啥？就是虚空。你石头甲结起呢，伊拢袂甲你抵抗，你也伤伊袂着。心如虚空，
真是释迦牟尼佛啊，这经典写的啊，一个大巴肚，几大巴肚，几呀，几大巴肚啊，啊，就来惊吓找世尊啊，啊，就讲啊，这世尊这你爷啊，啊，讲释迦牟尼佛跟他有染呐、啊，世尊听着笑笑啊，点点无讲话，他也不加解释，他没有伤害众生呢、啊，啊，啊，经过啊，啊，经过啊。一段时间，人就随时知呀，啊，就外道设计被害昏了。所以讲，一个圣人开悟的人，伊的心如虚空，伊啥物代志到个伊的身躯都是拢总无代志。什么叫做圣人？圣人就是啊，把复杂的问题变成简单的。问题啊，下面叫做圣人，圣人就是将种无啥啥复杂的物件，伊就化作足简单的解脱，空放下，放下空性，一切拢缘起空性，拢放下，一切拢无常不可得，无心无所得，无常，伊会当用一个简单啊的观念，伊就甲除掉啊。凡夫无法度啊，凡夫是将单纯的代志，甲变作真复杂，甲变作真复杂，啊，烦恼啊，烦恼啊，哎，啊，这个嘴啊，开始就批评啊，开始就批评啊，啊，所以叫做凡夫啊，啊，啊，凡夫伊徛伫伊的角度，你袂使讲伊唔对啊，对，你袂使讲伊唔对啊，你若讲伊唔对，伊反抗愈厉害。反恐愈厉害，所以讲众生就是活在无明，所以自尊啊，啊，伊唔知这是无我啊，无我啊，啊，所以就民主啊，民主啊，啊，伊唔知这是假象，伊唔知这是假象啊，啊，那美啊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美啊，只是一层皮啊，啊，那来举一支刀啊，为这中啊，甲挖开，甲伊解剖，这剥来啊。胃啊，大肠、小肠啊，五脏六腑啊，肺啊，大便、小便拢不清净的物件。佛陀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有智慧，我们要冷静哦。所以啊，我们要面对的现实就是生老病死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教人讲，要安怎才会开悟？安怎才会开悟？来，几个重心点，我们要记住。第一个。观无常，你若想要解脱，咱若想要解脱，第一个要观无常。什么是无常？这个花，这花这花会念袂？会啊！你个假花伊嘛是会歹啦，莫讲真花啦。对不？一百年了，这机会嘛是会歹啦。哎，关这个啊，世间的一切相啊，拢是假相，拢是因缘生，因缘灭啊。关这个身躯，哎，嘛无常咯，无常，无常啊！我拢点来把我的年龄乘以二，你讲我44啊，虚岁啊。乘以二，88啊，44再乘以3，心算得到132啊，可能无活遐久啊啦，安尼已经拍过啊，骨头拍过啊，对不？啊，这无常，你是咱时时刻刻都爱关照无常，唔通去用假象转去，咱常常讲唔对的，讲啊，我要来赚钱，你那要赚啥钱啊？讲话颠倒病啊！咱要哪法度赚钱？钱啊，赚走了你的生命，赚走了我们的青春，赚走了我们的一切，钱赚走了我们的时间，是钱的贪婪呢？不是你的赚钱呢？你的赚啥钱？是咱要有钱赚呢？钱将咱的时间白掉的，啊，无多啊！爱钱就爱去上班啊！要生活啊，对不？钱的贪婪啊，
钱甲咱的时间、青春、生命、健康拢赚了了啊！咱去有钱都赚去啊！啊、哦，哎，无常，时时刻刻拢爱想，是讲无常是咱的，世间无常是咱的，包括咱这个身躯，包括上恩爱的翁仔某，都有一天一定要离开。安尼对着目前咱所发生的代志。但冷静，任何的事情迟早都会发生，生老死别永远都会发生，迟早都一定会发生，一定会发生，早甲慢安尼尔，一百年了，你甲我拢无伫这世间啦，拢死了了啊啦，一百年了啦，反正你那个爹啦，我是无一定无爹啊啦。啊、哦，恁凡事也搁跌变腰精，哎啊！啊，那咱来时时刻刻这个无常，把放伫头壳顶吼，安尼代志就好办啊。你什么代志，你都袂艰苦啊，袂艰苦啊，对不？哦，你讲啊，有的人安尼不作看呢，讲爱一个查某，讲。爱袂到，讲我要自杀咯。哎，那女朋友讲，好啊，你去死啊！伊讲真正走去楼顶，啊，十几楼，讲真正个撞落来啊，甲跳落来啊，那真正死啦，那真正死啦。哎，不了解你无常，啊，若了解这个无常哦，嗯，啊，你家人好啊，无差啊。因为我没发现到你的缺点吗？家在没娶你，就安尼想我家在没娶你，无我会硬死啊！娶不一定好啊，离开嘛不一定歹，我爱安尼想啊。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很好啊，失去的东西并不一定不好，而且得到也会失去啦，因为无常嘛。啊，安尼时时刻刻，你真好呀，你也免真欢喜；你真善，你也免真悲伤。你做皇帝、做总统，你也免感觉真威风凛凛啊！咱今仔日真无地位，你也免自卑感。只要咱肯听经文法，肯感悟，开发咱内心的智慧，咱就是世间上好个。来、啊，人咧问讲，人咧问讲，哦，叔啊，来隔壁迄个哦，哦。嗰个千万呢，好嘢呢，我讲阿姨敢有佫伊，你讲伊真好嘢，伊敢有欠，伊讲有啊，常常欠一项欠一项啊，我讲安尼伊比我较善啊，我无欠啊，我官低足啊，我无欠啊，我逐项拢无欠啊，讲哎、欸、师傅啊，你欠啥？我要出国吼、哦，你欠啥？我买物件倒来啊，我讲我无欠啥个啦。我逐项拢有啊，伫台湾遮清大拢有啊，我无欠啥个啦。啊，这信徒就真热心啊，啊，哎、欸，我讲啊，无啊，你本买水蜜桃，哇，安尼唔好啦，水蜜桃会歹啊，较会烂。我讲无你打现金给我啊，安尼无较直接。啊，唔是讲我爱钱啊，你硬死命讲要买给我，我就甲你讲无欠。对不哈？啊，你吃水蜜桃，吃这你嘛是在帮呢？你讲讲吃了水蜜桃，正经吃了来买帮忙还好。哦，啊，那你无常嘛，有入有出嘛，啊，啊，那心哦，了解安尼，哎，了解讲啊，缘起就是性空，无常就是空性，不可得。大概有时间会歹会乱会死。啊，这个心虽然拥有来讲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安尼咱心肝那。袂艰苦，咱若搁失去，安尼咱就袂艰苦啊，袂艰苦啊。有一天啊，嗯，有一个医生馆的副院长啊，要升院长啊，结果啊，伊升无起啊，真艰苦啊，来找我啊。伊讲啊，叔，我今日心肝真心情真歹啊！我讲安怎？啊，我到本正这个意定是我要接啊！啊，结果升不起啊！啊，别人哦，创关系哦，为后壁叫创伊啊！
我讲不要紧啦，该来的跑不掉啦，不该来的哦，得到的是一种灾难呐。伊讲哦，安尼哦，我讲放下，啊，你今麦做个副，一定算真大咯，怎么咧敢开刀？你也无咧用开刀？怎么你敢开刀还算真大咯？啊，我讲爱低叫啦，哎、欸，我讲讲无讲过无两个月，哦，赶紧来甲我感谢，赶紧来甲我感谢，哦，因咧病院出代志，病院出代志啊，病院出代志，该我讲啊，刚才你无做医生，哦，开始师傅讲有咩啊？你记住师傅的话，这句不是我做讲，这句是我讲的啦，哈、哦，来，得到不应该得到的东西。这种东西你不应该得到，你得到它会是一种灾难哦。得到你不应该得到的东西是一种灾难，这句是我说的啦，不是佛祖说的啦。所以说、哦、这世间就是这样，如果该我们会走不去、啊、如果不应该我们、哦、你也救不到啦，所以一切都是随缘啦、哦，一切事拢是随缘呐，是不是安尼哈？啊，过来来管这死，这死呀、啊，时时刻刻，哎，咱这些死呀、啊，时时刻刻拢爱家放伫头壳顶，放伫脑海内，啊，哎，为人啊，惊看死人，伊唔知伊唔知讲，咱原来爱死呀、啊。这世间人真奇怪呢，你讲啊，咱内面啊，哦，有一摆吼、哦，讲带一群学生啦、啊、吼，带一群学生去看这个博物馆啦、啊，啊，这学生毋捌看过咱人的骷髅啊，啊，啊是去过你去看，哦，去看到人的骷髅，迄、那个啊，迄、那个囡仔在咧哭啊，会惊，看到迄个骷髅会惊。其实那个就是人的真相，那人死了的剩骨头，啊，这个骨头啊，那掺人困，咱会惊啊。但是啊，那就是个美女啊，美女啊，那掺人困，咱会真欢喜啊。你讲哦，这真水啊，咱袂惊啊。啊，实际上有一天来死，伊嘛变骨头啊，会怕会烂啊。所以讲，只有释迦牟尼佛见到世间的真相。是只有释迦牟尼佛讲真话，世间人拢讲虚伪的话啊！祝你长命百岁咯，寿比南山咯，福如东海咯，哈、啊，拢讲这啦，哎、欸，对不？哎、欸，啊，世间人，哎、欸，你到要死的时阵，嘛是还阁真急调停咧做西公的时阵，迄西公啊，天顶啊，爷爷咧，伊就安尼发啊，祝你代代发万财哦，有哦有哦，安尼咧，哎，连人咧死去嘛是咧急调个物件，啊，有哦有哦，哎，伊就凊彩念啥个哦，有一摆咧西公哦，因为讲包红包包了伤细包，听伊讲啦吼，讲要包偌济，互因啊，这西公讲真无欢喜啦。啊，安尼啊，伊都客气啊，啊，可以讲这铁钉啊，安尼啊，压出去的时候，叫你呆呆发慢走，下面念一句讲，嗯，安尼啦，吼、哦，伊用错的安尼啦，迄句较细声，下面的人无听到，下面人嘛发呜哦呜哦，人咧甲错伊嘛是发呜啊，人哦，无了解生死的可怕，轮回的可怕。哦、所以在这个机上里面的拼生命在打转了、啊、一直到死未解脱、啊、我们再来观照，观照说、啊、这世间不可得，世间不可得啦，不可得的对啦，什么叫做不可得？世间什么不可得？你说你得到什么？我的身体得到金钱，金钱在你的落地啊，敢真正你的？你讲在我落地就是我的，不一定，对吧？哎，你讲啊，咱在路边咧看，哎，路走路的人辛苦得钱啊，
我突然间接车来，嘘，啪，挤了，现死啊！落地下钱，唔是嘢，落地下钱唔是嘢啊！你落地下钱，也阁不一定咱个哦，真轻个哦，对哦，哦，当然我袂使讲啊，万一你若出去安怎，我去用公司啊，我袂使安尼讲一下，哦，哎呀，我有一摆吼，因为我囡仔讲话较单纯嘛吼，我讲。哦，那若听紧听听嘞，啊，辛苦有地钱出去，车落去，迄叫车精神，这钱嘛不是咱的，下面就搞咩啊，破格。所以我今晚唔敢讲啊，我今晚唔敢讲啊。哎呀，啊，大家听紧的哦，拢未死啦。安尼好，安尼你较听了较爽快啊，来较爽快。啊，你嘛怎讲？即句介虚伪。啊，还袂死的，那么是要做妖精个？啊，啊，那是啊，世间不可得。所以，哦，所以我咧讲吼，啊，钱啊，什么是咱的？啊，真正这个钱是咱的是啊，哎，为咱的手布施出去，做功德，为咱的亲手摕出去做功德，这真正咱的，咱能做着功德啊？你讲好嘅人，好嘅人，伊袂晓佛法啦。伊就讲啊，我老钱吼，老了吼，啊，阮后生吼，啊，来甲我做功德。我甲你讲，不一定啊。恁后生吼，凡是叫师公来甲你养的，不一定。恁捌听讲师公较袂较贤下生，来个用车甲你拜啊，不一定啊。啊，再生就袂晓要讲来布施做功德，那死了才来做功德，对不？这无巧啊，无巧啊！啊，观世间不可得，你拥有金钱，拥有名利，你拥有一切的对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一切世间的东西，你所拥有的，都会随着无常而消失，而消失。啊、哦，但咱不管拥有偌做企业做偌大，地位做偌大，拢会随着时间而消失。所以修行是当机之物。咱若无修行，就阁继续来六道轮回。你今日不管你食偌好，穿偌好，总是无常。所以要观这个世间不可得，虽然咱有所得。但是不过这是暂时的而已、啊、世间为我所用非我所有、哦、那种暂时性的而已，包括我们在睡在这面前，我们会知道死下头人就说出来听的，嫌那面前人就没要让我们睡了，说正经的啊，嫌那面前就平常时了母啊爸叫得很亲切，一个四年就把你拖出来听的啊，真不错啊，说正经的啊，人哦，真无记得啦，哦，是讲在生哦，讲到哦，在生讲到啊，啊，佫一点啊，人情世事啊，死了哦，人亡就人情亡吼、哦，所以这个观这个世间不可得，安尼你得到的物件，你也袂真执着；失去的物件，你也袂真艰苦，你也活个真解脱得着啊。安尼，一切名利，包括感情啊，今日不管你拥有偌济、偌少，你咱拢不受影响。所以，一个开悟的人，身躯无钱，伊也是安尼欢喜心；身躯一亿，伊也是欢喜心；身躯一百亿，伊也是欢喜心。你可以善加无半仙，伊也欢喜心。为啥？啊，开悟的人就是一颗甲一百亿拢同款，伊无迄款观念嘛，伊无迄款观念嘞。一甲一百亿拢同款，因拢空性的物件，拢是无常的物件，拢是不可得的物件。啊，所以讲啊，咱来观世间不可得啊，咱注意看讲哦，世间倒一个往生了，伊炸钱炸会去啊。炸不起啊！所以啊，咱来了解
管这世间不过的。那么按照这解脱呢，要管无我，无我。咱达刚，咱达刚，时时刻刻拢在讲我，讲这个我。你冷静小想看麦，你是谁？我现在问你们，你是谁？你是什么人？你能讲出你是谁吗？你讲不出来啊！你不冷静看麦啊！我们的色身，这不过是个四大假合的而已啊！好像地水火风啊，地就是固体，像比如说那里骨骼啊，啊、哦。水，比如说我们的尿液、唾液啊、口水啊、血液啊；火，比如说我们的温度啊；风，比如说我们的呼吸啊。那些色心，除了这四大以外，没哪有真正的咱。啊，甲既然无咱，咱今仔日咧执着啥物物件？对不？啊，佮管咱这色心不清净，管咱这个色心不清净，啊，不清净。啊、所以讲，咱就为着这个色心，安尼规工安尼无闲，规工安尼无闲，规工安尼无啥啥。啊，哦，我们到日本去看哈、哦，日本的女孩子哦，伊用一个月拢赚十几万，你票啦，无够通开啊。而且日本人真奇怪，真虚荣，哎，真虚荣。啊，因咧挂迄个皮包啊，拢挂迄名牌。穿的衫裤拢穿名牌，身躯甘愿花伊无钱，但是拢装甲水水。你去日本安尼看哦，真少人，迄个日本人无咧装的啦，无足少的。啊，伊国家三年就是要装，啊，咱台湾咪是同款呐。哎、欸，你到台湾啊，有一摆啊，阮去到澳洲，导游带阮去。去团去买啥？去买化妆品啊！哦，去介绍的化妆品哦，一家去化妆品店啊呢，吓死人的多啊！我才知影讲哦，这查某人业种有影有当了着。这化妆品吓死人，这口红好青，乌的红的黄的，哦，好细滴的，好细膏啊，拢有呢，真多多呢。啊、我入去内面就念佛啦，听咩？等你买物件，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。啊，无啊，唔知要从啥，我也袂接，我买遐也袂咧买遐。啊，啊，咱来观一切世间无我，哎，啊，化妆是一种礼貌，咱今日咱就袂用遐济时间，伫个这个假的这个色身上面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咱一定会啊，利用时间来用功修行，了解六道轮回的可怕。了解讲一切法无我，咱会晓关键咩来用功。所以讲，会观无我，观无我，无一个我就对，无真正的我。咱有无我的精神，彻底的了解，生生灭灭、变化无常的色心，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，哪有一个真正的咱？啊，我们今天为谁辛苦，为谁忙？对。我们在忙什么？我从那边出家，我就安尼想，世间上快乐的就是啥？娶某啊，讲这是责任嘛。啊，过来嘞，过来做个大事业啊。我就安尼想啊，啊，大事业做做做啥？过来就生孙啊，后生查某囝嫁啊，生孙啊。啊，过来吃老嘞，吃老嘛无从啥，无看一只狗在公园行，正经的啊，唔知要从啥，啊，要饲只猪啊猪，饲只细只猪啊来看，啊，要饲小鸟啊，啊，我唔知要从啥，吃老，无意义啊，哦，啊，咱那要讲世间来讲，切读真济啊，哦，啊，那要来追求这世间的快乐，咱就知讲啊，这步行出这个无常的物件。我今日无修行，后世的人我得过来啊，我得过来六道轮回啊，对不？啊，我三个大兄弟团的啊，让伊去生就好啊，对吧？我人细汉，我这个歹种都爱断啊，
对不？我吃真烦恼，我来搁带着一个细汉呢，细出来吼，会使跌落跌下呀，真细汉像袋鼠安尼，我足烦恼呀，饲牛奶吼，都饲点么落跌下来，我就点么落跌下吃。我你买个澳洲吼，饲个袋鼠啊，我真烦恼啊。啊，是所以讲啊，咱这都唔是传宗接代材料啊，那个啊，让大兄去传就好啊。啊，所以三个大兄拢带，啊，我是四哥啊，我无带。啊，了解啊，爱修行啊，爱修行，正经爱修行啊，哎，所以啊，哦，我迄阵啊要出家的时阵吼，我冷静一礼拜啦，我冷静一礼拜，在我写，我给拿一个笔起来写，出家的好处，出家的歹处，哎，第一出家的好处，第二出家的歹处，第三在家的好处，第四在家的歹处，你听了。那阵啊，你行这条路的时候呐，我讲，嗯，我那在家好处，嗯，结婚，上大的好处都生一个囝，等下叫爸爸，安尼啊，啊，你讲啊，心肝宝贝，吼，啊，安尼吼，看来哎，啊，家在阮囝阁真像我，安尼，哈哈哈，安尼，哎，无人怀疑啊。啊你哦啊你啊你不给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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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在家的好处吼，就差不多讲做老爸安尼，做事业赚钱。啊，若在家的歹处吼，即嘛是讲我，毋是讲恁啦吼。哦，哎，迄个坐咯，人阿某厝边隔壁，我常看冤家大细声，哎，常听隔壁咧冤家拢讲一句话，迄句话我已经听透二三十冬啊。我若毋是为着这三个囝，我就甲你离婚。我即句话拄啊听二十几年啊，也未离婚啦。已经听二三十档啊，规工哦，听鞋啊，电视拢乒乒叫啦，啊，拢定讲即句啦，拢定讲即句啦，安尼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即个快乐追求，哎，我拢甲想过啊，吼，啊，若出家啊，个快乐啊，自在啊，无人管啊，对唔，吼，半暝啊，无人讲，哎，去遐泡牛奶互囡仔食哦，啊，去遐换着煮啊，有啥哦，哦，家己一个啊，对唔？哦，啊，修行啦，那生死要了啊，出家要生死了，生死就较容易啊，无人啊，无人吵啊。所以讲啊，啊，电视的辩论来讲，成佛并不一定要出家，问对。但是问题呢，有几个为摩诘居士啊？有几个人为摩诘居士一番功夫？对，释迦牟尼佛啊。随身这个长随众1250个阿罗汉，大家都是出家人，正阿罗汉果，大家都是出家人，啊，有修有证的啊，都是出家人，以专门的物件，所以未使摕一两个例外来为难，来为难啊，啊，所以你若讲到个究竟，当然没有话说啦，啊，佛性人人平等呐，啊，但是在要未成佛呢，众邪出家啊。较无跨界，哦，较无障碍，在家一定是较有障碍，这是难免的物件，难免的物件啊。所以我们不可以执理废事啊，啊，不可以执理废事啊。哈、啊，再来，我们要观万法皆空，观万法皆空啊，哎，观叫万法皆空啊，你这个空真歹去体会。很不容易体会啊，世间人 啊世间人他自己生活在一个严重的错误的观念，他不了解空的思想。比如说这是什么卫生纸，这一我那那卫生很老师都给人家说这是纸，这是一张卫生纸，对不对啊？但是那是从圣者的角度来讲啊，佛说这张卫生纸
即非一张卫生纸，是名卫生纸。佛说卫生纸啊，即非卫生纸，是名卫生纸。你金刚经里面讲呀，啊，这是一张卫生纸，敢真要紧？那个念开，哎，就变成两袋啊，念开啊，变成三袋啊，啊，变成四袋啊，是啊，哦，变成五袋啊，哎，啊，这这个观念怎一只是一个观念，所以真正的佛法就是彻底的觉悟，一绝对不是一，知道吗？啊啊，比如说啊，这是一朵花。啊，这是一朵花，这是真的一朵花吗？啊，我们把它拿吃一点点，那这个是什么？那就不能讲是花啊。灰不过是种种的植物的细胞构成的，没有一个真正的一，一不过是人类生命的一种执着的观念，错误的观念。我们呢，教学学生到今天的教育，都是执着的教育。都是执着的教育，只有佛陀的教育是破除执着的教育。记住，一绝对不是一，我绝对不是我，杯子也绝对不是杯子，麦克风也不是麦克风，方便说麦克风，方便说方便说这是我，方便说这是一盆花，方便说这是文化中心，对不对？这都是方便说。为什么说这方便说？因为这是因缘生因缘灭的东西。所以圣人的标准是什么？圣人的标准就是没有任何的标准，就是标准法无定法，法无定法。因为这个法每天都会变的东西，你今天拿这个做标准，明天这个就不标准了。啊，你说世界选美大会啊，哪一个是最漂亮？这真难说啊，算不是这样、哦、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了解法无定法，这叫做标准法。圣人没有一定的标准，也没有绝对的善，也没有绝对的恶、啊、这个问题、啊、困扰很多人。用请问师父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？我说这没一定论啊，只能勉强的定义，真勉强来给定义说、啊、怎么定义呢？对大多数的人有利益的，利益多数的众生，这样叫做善 啊, 啊, 啊，那么有害一切的众生，多数的众生，这个是恶，这个是恶啦，这是很勉强的定义，真勉强的，说这叫做善，啊，这叫做恶啦，不然哪有一个什么一定善，一定是恶的东西，啊，善跟恶本来一直无法度绝对，没有绝对，啊，只有空性的思想是绝对的东西。什么是绝对？万法皆空，这是绝对的，处处相，处处无相，处处缘起，处处性空啊。比如说这是一张卫生纸，因缘生一个污 啊, 啊，有一天因缘灭了，卫生纸就不存在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的父母生我们，这对老母的老爸老母的因缘生，有一天我们来死，因缘灭就没烂了 啊, 啊，所以缘起处处缘起，处处的是性空啊，所以万法从小到大，从为小项物件到大项的物件，无一项不是因缘生因缘灭，无一项不是缘起，无一项不是性空啊。所以安尼，咱就当观照讲，万法皆空。万法皆空，万法皆空。你脑，那脑这层智慧，这样子的啊，清净的头脑，
咱就袂叫假象迷惑。有一摆啊，人叫我要去助念，助念啊，人死去啊，你拍电话，助念。啊，因家的人啊，无大家信佛啊，这个师姐有信佛啊，拍电话，我讲好啊，我看是倒，啊，就讲你因隔壁，我看你隔壁无信佛啊。也无要紧啊，输你自卑啊！好哇，我去啊，拄拄准备啊，要甲加持啊，要做念啊！哇，因一个后生啊，读医学院啊，去读博士啊，拼回来啊，拼回来！那因这老母啊，癌啊，癌症啊，啊，癌症死啊，癌症啊，挂回来买符啊，家己点遐石啊，医生呢？伊是博士呢，医学博士呢，家己踮遐艰苦自职安尼哭呢，啊！伊讲我安尼读个医学博士，我安尼安尼做，安尼救遮济人，就是无法度救你的老母啊！啊，无法度救家己的老母啊！我足不孝呀，踮遐呢啊！啊，我就甲问讲啊，你哭啥话？哭啥话我？伊讲哎呦，这书哪讲安尼？哎，你哭几无久，对你老母无无帮忙啊？因老母的往生去艰苦啊，面无好看，哎，哭了，对无？伊哭几无久，因老的面搁颠倒球起来，搁对因囝愈执着啊。我毋知问讲啊，你哭了未？那哭了毋着换我？伊讲啊，你要哭？我讲我直接哭。你徛边啊？你徛边啊？安尼啊？我讲哦，哈，即款的恁医学博士无法度啦，即款的着爱法师来教我多啦，即款爱法师啦，哦。你徛边啊！徛边啊！哎，就真正，伊就对我真怀疑啦，对我真怀疑，甲我看了，我毋知是看我缘投还是安尼看。哎，就真正徛边啊！因为伊平常时对佛啦无捌啦。哎，咱就知影，往生起点吼，也执着。我话起我就甲开始啊！啊，但老母讲啊，我甲讲吼，伊后生吼，查某囝大拢真出脱咯。我讲老菩萨，你莫执着。啊、我即马吼，甲你调换，啊，甲你加持，啊，阿弥阿弥陀现前哦，你得对阿弥陀去，你唔通执着哦。啊，开始我们就接手印啦、啊，甲伊放蒙山啦、啊、吼，甲伊加持，来加持。经过15分钟了，因阿外面哦，煞一笑，你敢知哈？一笑，我开始拢变，拢一直变啦、啊。本来因阿外是执着，因咧惊安尼真执着啊，啊，真痛苦啊，啊，我们得现在。加持，然后用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，给伊加持啊，给伊边仰那个念佛哦，念佛，哎，念力拢个念佛，我就讲念较大声呢，哦，阿弥陀的，较大声个念佛呢，才15分钟，还不到半个钟头，要给伊妈妈换这个衫裤哦，我讲未使，未使，哎，18点钟，安尼，伊看了我呢，做戆戆啊，哎，破书也未晓啊。我讲，你有时间读博士，安那无时间来了解这个生死的问题呢？我嘛是感觉你真奇怪呢。伊感觉我出家真奇怪啊，我妈妈感觉伊真奇怪啊，对不？哦，我们两个相见恨晚呐、啊。嘿，结果伊亲目睭看到啊，看到伊妈妈，规个真艰苦的面，真痛苦的面，安尼。大众安尼个助念，安尼个加持，安尼规身躯哦，这个面啊，有够庄严，煞变咧笑安尼啦吼。我讲未，18点钟未使叮当哦。我讲哦，在生你以后，你老母哦，即摆你老母死，即摆你爱听我的啊。啊，伊讲我先来听你，我讲我发誓啊，你爱听我的啊。你唔捌啦，啊，真正听我的，加在也无甲我拍，无甲我推啊。18点钟了吼，伊妈妈咧笑，妈妈咧笑哦，笑个安尼。看会出来，啊！即摆我讲啊，会使，你会使甲换衫咯，会使换衫。结果要甲换衫，规身躯软烧烧，规身躯拢软烧烧，安尼有够好换衫呀！啊！你规个面啊，看起来一扎真欢喜心嘛，真欢喜心。啊！我去头壳顶安尼，哎，甲摸着，哎，头壳顶个烧烧，头壳顶顶胜衍生天嘛，头壳顶个烧烧，往生极乐世界咯。往生极乐世界哦，对不？安尼啊，哦，哦，这个好，这个破书啊，感触真大，
伊讲我读个博士，我竟然袂晓这啊！我讲，何你读个博士簿，你都唔知啦。有时间读博士，但是无时间读死亡啦。伊袂晓讲要研究要安怎死，才有艺术啦，袂晓啦。人拢干那要活伫现实的社会，我讲这叫做面对现实啦。我讲我唔再甲你讲过，出家人伊真正的面对现实，面对啥物？生老病死啊！出家人伊真正面对现实啦，这是真正的问题嘛？哦，那这关你无法度啊，死茫茫渺渺啊！这个朴叔讲，叔啊，你晓佛册无？我讲有啊，送伊佛册啊，我怎送伊录音带，送伊佛册啊？哦，这录音带了，抖音几家伙啊？你系偌感谢你，唔知吼？抖音几家伙？因兜住伫岐山啦，咩啊吼？伊偌感恩的呢？伊阵啊，杀一包红包，足大包的啦，足大包的。那迄包看起来，以我数十年看的，迄款功夫是十万啦，十万啦，迄个遐尼高，摕一包红包来啦，吼吼吼，都上上书办了咯，伊讲供养法师，哦，我会晓跪哦，懂了。哦，我那真欢喜啊！伊看我真欢喜，计是我看到伊把红包真欢喜嘞，其实唔是啦，我是看到讲你这读个伊也朴素啊，会晓了解讲老母死啊，这款随上最上啊，你也觉悟要来学佛，安尼你真牛啊！我是欢喜的啊，我唔是看伊把红包的啊，我唔是啊，啊！啊，咩啊？伊都供养师父啊，吼啊！我得啊！不要啊！哈、哦，伊就个公公师傅啊，我勒个不要啊！哈、哦，经过一番的折腾呐、我很委屈的就说下来了。哎，我大伯你该拄啊艰苦啊！哎呀，咩啊？哦，我叫你去十万，哦，我就叫你去十万，我准啊款二十万的录音带，二十万的录音带，哇，二十万的录音带，搁提起我这个医生。我甲讲，你到医生馆啦吼，家己咧开啦吼，你著做遮大，我即互你借人听啦吼，你十万讲讲我二十万吼，录音带互你，送真侪册互伊，真欢喜啊，真欢喜啊。我讲人吼，著爱拄着因兜的人会死人。我毋是咧讲恁啦吼，是咧啊，我咧讲外口遐咧行的人诶，我。我唔是咧讲人啦，人吼都系拄着阴道死人，拄着阴道困难，真正拄着逆境，真正吼、需要佛法，才会彻底，才会彻底，吼、才会彻底，想要追求这个真理。你若可以活到真快活吼，伊唔啦，有饭通食啊，有车通驶啊，有冷气通吹啊，伊袂去想着死的代志啦。耶，伊公公的明仔伊嘛是搁去灭灯风，伊嘛是为着这个臭皮囊，伊嘛是拼死命来化妆同款啦。皆无用的啦。所以爱关照万法皆空，不可得。万法皆空，不可得。心里时时刻刻，通通要学习，不要执着，放下，爱学习放下。放不下，我告诉你，你也无奈生死合。你说啊，你二叔，我放不下，放不下，你爸黑你了，你叫什么爱死？你放不下，你能怎么样呢？你嘛是爱死，所以。很重要的观念，对一切相，莫求，莫找，不要求，不要执着。好，卖求的对，莫求，也不要执着，莫求莫找，这是修行的新的法要。修行人只有八个字，可以决定修行：一，决定不求。无所求，二，决定无所着，
决定不求，决定不着，此人必定成道，这个人一定会成道。啊，为什么啊？因为咱求嘛是无效啦。啊，我们求啊也没有用啊。咱咧求啊，求到落尾啊吼，咱嘛是得袂到物件啦。求到落尾，咱嘛是得袂到物件。所以不求，才是真正的得法得道。不着才是真正的求道，啊！那求来的物件啊，会记住，世间人拜佛拜神啊，差别真多。世间人啊，那你拜神就是啊，你保庇我好家，啊，你保庇你好家，你敢得永远会好家？啊，你保庇阮后生考到联考。我讲，啊，那十万人拢来求观世音菩萨，讲啊，你保庇阮后生查某囝，可能去会调，啊，观世音菩萨，伊一定有人会调，一定有人袂调呀，啊，伊变哪做？我问你嘞，对，这求人不如求己呀，求人不如求己呀，啊，咱一定爱一记住，咱的心，甲佛祖的心，啊，究竟是平等不离呀，平等不离呀。咱今日虽然是凡夫呢，但是咱只要肯修行、肯感悟、肯下决心来听经闻法，来解决咱实实在在生老病死的问题，就是讲听着一句、听着两句，来看一本册啊，来捌淡薄啊，这个智慧啊，这个佛册。对咱的解脱嘛真有帮助，对咱的解脱嘛真有帮助。所以讲啊，要解脱，第一个观无常，第二个观死亡，时时刻刻我们都要面对死亡。第三点，观世间不可得，观世间不可得。第四点，要观无我，一切法无我。啊，第五点，观万法皆空，观照万法皆空，无上可得，世间拢暂时的尔，暂时的尔，哦，无一样是永久的物件。咱今日咧生作真水，嘛唔免骄傲。有一天你就会老苦苦啊，老到袂葡萄刀啦，正经的啦。啊，你今日真歹。你嘛免真自卑感啦，啊、哦！但是啊啊，生这歹哦，也、啊、毋是你愿意的，但是卖点的出来惊人安尼就好啊。啊，长得丑不是你的罪过啦，但是不要常常出现，让人家很惊讶那啦 ，surprise 哦，卖点的用惊到啦。啊，啊，过来就是莫求莫找啊，安尼来讲吼、哦，我们的生命啊，慢慢就会升华。对着这个世间的假象啊啊假象就慢慢的突破啊，所以记住，修行跟学问没有关系，世间的学问如果跟修行有关系，那读到博士的人就成佛了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修行捌你也好，唔捌你也好，这不关文字不关学历的问题。六座一吉利大一个大字唔捌，你广清老和尚伊也唔捌你，按照这一代做书，你记住，修行跟学问是两码事，修行是真正的智慧，解脱的智慧，不关学问，学问是累积的执着，是一种累积的经验，它只是符号而已，人类创造出来的符号。你加上这一层的执着，那个叫做学问，没有错啊。学问一旦解决咱真侪现实的生活，遮重大的问题啊，学问一旦解决咱真侪交通科学的问题，无唔对。但是学问未当予咱解脱咯，学问爸无一定是解脱的人哦。所以我们再来注意讲啊，像电视咧播的口音辩论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
你还要跟观世音菩萨放鞭啊？凡说你比较观世音菩萨较敖讲话，但是你是凡夫啊！观世音菩萨伊是圣人啊，伊免跟你讲啊！你讲啊天花乱坠，你还是束缚的凡夫，因为你不开悟啊，对吗？所以透过语言文字啊，这不能代表佛法，那只是方便而已啊，也只是方便而已啊。嗯，没九点半。九点半哈，因讲九点半爱下课啊，对不？对，无我是真暗困的人啊。哎，你到咱家个车讲到九点半嘛，啊，为人足为足远来啊，所以爱放因转去啊。哎，那么今仔日啦，啊，因为九点半啦哈。那么我们最后一天啦，再来念佛啊哈。今天啦，我们就到九点半啦，谢谢大家哈，谢谢大家。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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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在家居士，啊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哎，那么今仔日啦，是咱第二天的演讲，第二天哈，哎，咱根基来的人。那一句话，予咱悟到，咱一世的人的受益匪浅。啊，你像六祖来听一句讲，应无所住的清净心，安尼伊就开悟。所以法，并无一定爱真济，法无管低，法无高下，法无迄个管，甲迄个低安尼，啊。因人而异，因为咱的根基无同，所以药无贵贱啊，因病施宜。药啊嘛无迄个好药啊，甲歹药啊。你讲啊，什么上好？啊啦，重感冒摕什么好食就稳死的啊！啊，同款，佛法嘛是同款安尼啊。啊，因为有的人宿舍啊，伊是修行人过来。因为修行是生生世世的代志啊！你这世的人无行修行的路，后世的人你嘛是爱修行啦。为啥？你若有想要跳离六道轮回，修行这条路是生生世世必须要行的功课，每一个人的功课就对啦。除非你就甘愿要六道轮回，要劝你吼哦，三界六道轮回。安尼会使放下，你唔免修行，唔要紧。所以修行唔是干那我的功课啦，是在座每一个人，若有想要了生死的，有想要解脱烦恼的，大家拢爱行这条路。你即世的人无行，后世的人照常爱行，因为一定爱了脱生死嘛，了脱生死就唯有佛法嘛。那么再来讲，这回音啊，刚才真大哈，这音响今天怪怪的哈，那叽叽叫啊哈，是不是啊？蔡老师调整一下，这回音刚才就当哈，啊，昨天的不会，啊，那么但今嘛这里，哎，就比较少了啊，那他们就互换了。这个安尼来弘扬，本身啊，就爱对方啊，就是在做注意。你有一颗接纳的心，你有想要了解人生的真谛，你唔是要来问难的，
就是故意来捣蛋的啊，安尼你才有法度来将这个佛法啊，你才有法度将这个佛法来吸收。如果咱那是心存这个偏见啊，咱一开始的刚愎自用，过激咱家己的看法、甲思想，安尼佛法袂入。啊，是讲自视自己认为我读较朴素啊，也是讲我社会真有地位，也是讲我财产真济，这拢完全袂入得。这身外之物甲修行解脱完全扯不上关系，完全扯不上关系。所以，听经闻法也心态的起，我全部要放下我的身份，全部放下我的地位，全部抛下我的私见，宁静来听法师，来参考别人的看法，安尼佛法你才定会入。啊，第一个，什么叫做众生？众生就是触目所及都是敌对，叫做众生。昨咱已经有讲过啊，目睭不管看到啥，就是敌对，就是敌人的对了。众生就是处处树立敌人，哎，他不晓得最大的敌人就是这颗心，就是一家己啊，耳朵所听的一切通通是敌对的状态啊。举个例子来讲啊，人家讲哎呀，哎，讲了出家，哎，他马上就咩啊，出家人消极，哎，出家人消极啊，一出家啊，无志气，无志气，哎，出家人米堂，都开始都开始都咩啊？啊，你来问讲，啊，你敢捌听过佛法？佛是什么意思？就简单呢，佛是什么意思？不晓得啊。佛的定义是什么？不晓得啊。佛的定义是觉悟咯，佛法是要让人降悟的呢，降悟的呢。你讲你骂我出家人是米堂，那释迦牟尼佛呢？伊嘛出家人啊，啊，恁家嘛拜观世音，观世音菩萨清清世世，伊嘛出家呢。这个偏见，严重的偏见，严重的偏见的人。对一件代志完全的不了解，伊的攻击、的批评，这就是众生的触目所及，都是敌对。所以，咱的众生的是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，咱活个非常的痛苦。每一种什么代志，咱因为想要保护家己，但其实是随时随地拢在伤害咱家己，随时随地拢在伤害咱家己啊！也触目所及啊，都是敌对。啊，耳朵呢所听的呢通通是不顺的，哎，通通不顺的。人家说啊，小姐你真水哦，哎，别跟我靠啦。反正他的心态就是他不管听到人家耳朵也好，人家批评也好，他的心肝就是敌对的。对啊，那开悟的人，修行者的人，伊若明明知影对方用虚伪的来对待伊，伊也袂去讲对方的过失，笑笑安尼尔，啊，笑笑安尼尔，好啊，笑笑，歹嘛笑笑啊，为啥？拢是假象的物件，伊袂甲你辩论，啊，世间人辩论讲有赢甲有输啊，修行人辩论。大彻大悟的人，甲凡夫大不相同。凡夫辩论，伊若赢甲输，伊拢总叫做输，因为伊还阁是烦恼、分别、颠倒的众生。圣人啊，伊辩论，不管伊赢甲输，伊拢总赢，因为伊内心彻底觉悟甲解脱。法毋是要用来辩论的，是要用来解脱的物件，彻底的去觉悟咱人生，
来解脱的物件。所以性界是触目所及啊，都以天地啊合合，叫做一合相，一合相的对。所以明明是食饭，人咧问一个禅师，讲禅师禅师，你修禅开悟是按怎修法？禅师讲，不都要得食饭啊，爱困就多咧困啊，啊，该做工课就做啊。伊讲，啊，我嘛呢？我嘛是同款啊，不都要得来食饭啊，忝暗时啊得来困啊。该做工作我也是来做啊。禅师说，大不相同，开悟的人他在吃饭，没分别，没执着，这好吃，这坏吃，这大碗，这小碗，他没有那种心，他没有，世间人不一样，世间人他在吃饭是千般的计较，千般万般的计较，万般的计较。我们看到弘一律师啊，实力最严格的啊，一个律师哈，弘一律师传，看得真感动。弘一律师啊，伊咧食哈，伊咧食，伊去用请得着，伊拢甲信徒交代。这个无一个吼扶持吼业掉啊，有一只。伊拢甲信徒交代啊，甲信徒讲交代啥呢？交代讲你莫用上好啊食，我哈，一菜一汤就好，一菜一汤就好啦。弘一律师啊，也是安尼啊。有一摆啊，弘一大师啊，也当然也是圣人了、哈，也持力第一，清净心啊，又食饭。佮带一斋戒居士去啊，斋戒居士去啊。这斋戒居士啊，你哪食，伊就哪念，哇，这盘真咸啦，这盘真正啦，这盘无味啦。弘一大师伊就是安尼食。然后伊大师伊咧食饭一条就规矩，伊若教你冲一盘菜，一菜一汤吼，剩咧你若甲放十盘，伊这个手吼一定袂撑过第二盘啊。他弘一大师咧食饭一定袂，这只手筷子不会超过中间那一线啦、一定袂讲安尼，没有这种吃相，一吃力就非常严格，伊就是安尼食尔，就是硬头前一盘尔，吼、硬头前一盘。弘一律师食饭是安尼，袂超过中线。我咧食饭甲弘一律师讲，我嘛是无超过中线，但是我是为侧面，为侧面啊，即款见笑的代志莫拍破案，这阿哥小可贪。哎呀，即马食饭啊，弘一大师食饱，拢点点，弘一大师口角就清净啊，在家技术啊，谢谢你啊，即马即个施主就问讲。师傅啊，我今天煮的口味你会合袂？弘一大师的点头笑笑啊，煮了真好安尼。这斋戒居士啊，因为伤咸嘛，咸嘛，伤正咸嘛，就回转来，这居士就问弘一律师讲：，师傅，你那拢无意见啊？弘一大师啊，讲过那句话真是伟大哦。伊讲咸有咸的滋味，正有正的滋味，安尼意思就是讲，人呐、要去随和配合这个环境啊，不要要求太多。人若煮咸给咱吃，咱点点；人若煮正给咱吃，咱来点点。咸当中伊有咸的美味在里面，淡有淡的那个美味在里面，意思就是说。不管境界怎么样，你要去发现它的美，这个就是生命的智慧。你在哈、发现那个美啊。所以讲，这个性价也当调和也内在。当我们调和降服了内在，我们就降服了整个宇宙，降服了整个宇宙。那含乎咱家己这个心哦，全世界都无敌人，那就像释迦牟尼佛安尼，没有敌人。所以，我们对生命不认识，生命对我们来讲，每一分每一秒，它都是一种惩罚。惩罚，我们的生命就是想要改变别人，但是一无了解啊，
这世间每一个人啊，在这经典里面讲，看法无同，见解无同，人有权利看法不同，但是你没有权利去伤害对方啊，你那无权利去伤害对方啊。好，一草一木都有它生存的空间，人不应该有杀伤、攻击性的物件。那这世间呢、啊，就你看法跟我无同，你就是我的敌人。今仔日问题就是出在这。阿阿婆为啥会冤家？看法无同嘛，对，看法无同啊。正经看法无同，为着囡仔教育，阿阿婆冤家啊。啊，这有一个查某人真奇怪啊，讲，我就是法师，各项代志拢会插，会使插一下。伊就甲我讲，法师，我一个问题甲你请教，我讲好啊。伊讲。我都一直不爱生啦，啊，阮人一直叫我甲伊生啦，安变安怎？我哎，阿贤姐也咧问，有够三八嘞，你也咧问我，要生唔生是领导的代志，要签这款问题也咧问我，我来替伊做歹事哟，见晓的事哟、喔，对哇？哎，恁阿公我家己抒发去解决就好，你这款来咧问题咧问我，连我讲无法化生哦、喔，生哦、喔，对哦，哦，啊，即卖来讲哦。阿阿婆看不同的见地不一样，啊，看法不同。兄弟冤家看法不同，国家与国家战争的看法不同。所以啊，人与人之间，夫妻与夫妻之间，国家与国家之间，这是执着，执着迄个见解，我得一定赢，我得一定多卡多的对啊。所以，那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啊，所以啊。变成每天都痛苦自己啊，所以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，对一个愚痴者的众生来讲，他都是在惩罚啊！你硬是要改变对方嘛，一定是要改变对方嘛，对不对？翁想要改变某，某想要改变翁嘛，但是他不了解啊，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啊。哦，算不起来呢，你有跟我认同这点哈？你硬性命要改变对方，对方伊都无你改变的，安尼咱就活到真艰苦。你都爱穿书安尼，我性命有一个闭关，我活到解困我，我教讲恁安怎困我，你敢知影？你注意听，要我活到解脱咯，你注意听，讲我安怎活到才解脱。别人好甲歹，对我的生死拢完全无关系。真正个，我若有能力，我甲你感化；啊，无能力，我就甲你尊重。你拢来，我袂对啊！哈、哦，你搁一个哎，一个罗摩伊来要见书，我照常甲伊见面。总统来拜访我，我也是同款安尼。为啥？你做总统，甲我哪有啥物关系？啊，你等于要来拜访我，这是你啊、哦，你会疼谈我。总统甲我见面，伫文书讲堂，我才发现到伊比我较大汉啊。正经个，我唔知伊遮大汉，伊180几呢。哦，有一个讲啊，妓女哦，啊个伫舞厅咧上班啊，伊讲伊是舞女啦，哦，啊捌做过妓女啦，啊唔敢你个跟我见面，唔敢你个跟我见面，伊足自卑感的，啊即马我讲，人拍内线讲，诶、欸、师傅有人要跟你见面，我讲是啥物人，啊伊讲啊都，伊讲不要讲很多啦。哦，啊，讲他有苦，伊真艰苦，要跟我见面，讲好啊，无要紧啊。啊，伊讲伊真痛苦啊，啊，就爬起来，啊，爬起来，客厅，我就坐客厅，伊看到我，一直哭啊。我讲你咧哭安怎啊？我唔知你咧哭安怎啊？伊讲哦，我吼下贱，我不清净，我依着足不清净的身躯来见一个圣者，哦，我讲你即马讲啥？伊讲你圣人啊！我讲圣人有两种啊，一种是圣人的是孔子的圣人，一种是剩下的慧人啊。你是讲第一哩，还是讲第二哩啊？圣人有一个是真正的老人啊，一种是剩下的慧人啊。你即马是咧赞叹我，还是咧踢球我？安尼，伊说。家己讲啊，一晚咧甲说，换伊咧笑啦。伊讲哎呀，这书在遮古锥安尼。啊，我讲唔免安尼吼，不要这样自责啊。事发平定，没有关机哈、哦。来你遐坐
啊，伊就讲啊，以师父的尊贵，我们是多么的卑微。我讲无安尼，没有佛法，没有这样子的。来，你遐坐，啊，我惊伊慈悲感真重，我来管开灵慧灵啊，请一百个了，一百个。灵慧灵一关一百，请伊哈，亲自佫甲开，佫提请伊，哇，靠就介严重。你讲啊，佮唔知修行人的心境连心啊，如同虚空安尼啊。我讲啊，你做甚物行业吼，我。阮袂去甲你计较，阮也袂去甲你啊宣扬，吼、哦，也袂去甲你公告啊，啊，但是啊，弃恶从善，咱来行正道，袂要紧，安尼。所以，我来甲诸位讲个，我甲今日，阮该解脱，该自在。世间的对，甲唔对，与我的生死无关系。即世的人吼，我甲你讲吼，我会甲总统做朋友。连战啊，包括内政部长、经济署的书长啊，这那大家拢不见过面的对啦哈啊，包括台大啊，包括美国的哈佛大学，不管啊，上至总统，下至凡夫走卒，我拢会跟伊做朋友。敢那有一个一种人，我唔敢跟伊做朋友，就是记者。正经的哦，我唔甲你骗了。有一摆，我讲你听啊，这讲了讲起来，那这内面有记者，我唔是咧讲人哦，我咧讲来外口的记者哦。你若要挖落台安尼，如果要活下去就要这样子。我有一摆哦，我有一摆，当当咧落行哦，啊，我有人走来甲我翕相哦，翕相，啊，翕相，伊了下早，伊了下晡就要甲我提钱啊。我讲你要提啥？伊讲。啊！你今日落成啊！啊！你有收入啊！我讲啊，有收入，这辅助的钱，这不是我的啊，这是方向主的钱啊。伊讲啊，提淡薄仔来收费的。哎，伊讲你知我的意思哦。我讲啊，你是啥？伊讲啊，我记者啊。我无叫你翕相啊，安尼啊。伊讲啊，对不？啊你啊，你食一顿粗饱，你淡薄你嘛菜汤嘛淡薄分我啉。意思讲，本淡薄仔好意思啦。我讲啊，这是佛祖的钱，你唔是我的钱，对唔？啊，我就无坚持，无要给伊啊，安尼啊。伊讲哦，我佫甲你讲一摆哦，过来袂甲你讲啊、哦。我讲要甲讲啥？对唔？哎、欸，到尾啊，经过哎一阵子，哦，甲写一篇吼、哦，真大篇，拢学了外就对啦。讲我共骗三亿外啦，安尼我嘛真牛，骗三亿外也无了去关，这我安尼我有牛无？吼、哦，妖怪笑入十三个啦，惊死人啊！伊我这班的来怪十三个，哎，有可能啦吼，有可能。我遐无，佫无剃度女将，讲这有够冤枉的啦！我遐都拢剃度男将，要妖怪啥物啦？对。就开始安尼乌白写的黑函啊，什么有诶无安尼？啊，咱干嘛？哦，这真可怕，这世间啊，真可怕！你都唔当去得失得迄落，你得失得关注还是讲啊？宁可得罪一千个君子啊，也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。你得罪一个小人，你袂得啦，你袂得啦，正经诶！啊，为啊，人来讲啊，输啊，所以就要 TVBS 来。到楼卡讲，哦啊，讲输啊，讲记者要甲你采访，我讲啊，你甲讲我人艰苦，当感冒啊，你都无滴个，无滴个。你听听，都位记者来，你敢知影？记者来，啊，不就电视台来，台视什么中视、华视，不就 TVBS 啊，迄落要来采访诶，毋知是咱无出名，还是现在大家拢要找我的麻烦？我拢唔敢，我拢不爱互伊访问。因为你即个在台上讲着，知见看法不同，你听无？你看我无同，你只要伫电视台报出去，一定有正面嘛，有反面，你要相信无？我讲，我今仔日替伟只老三来讲话，有人会甲我攻击；我今仔替这志愿出去的人讲话，一定有人甲诽谤。我今仔日若徛伫个这家长啊、哦，家长的这个角度，因为我本身是出家人啊，哦，中台禅师的遐法师一定袂原谅我。欸、你是出家人，你哪会讲安尼？啊，所以我来讲，拢无唔对，只是处理的方式啊、哦、有不圆融。两个大原则：第一，
出家无观察，出家时间未使讲来水剃头，安尼会把私人的问题变成整个僧团的问题。这是经验中的物件。一个人伊要出家，你爱观察；伊要出家发一个好心，但是伊的烦恼也未断，伊真济代志也未适应。你一就来个剃头，变成私人的问题，会变成你僧团的问题啊！会变成僧团的问题。所以这未使，就一定爱时间的对，爱观察，爱时间啊。第二，你不要把他个人的问题啊，一慈悲一手扛起来，不要你把出家的问题丢给他们个人去处理，放给家己个人去处理啊。你有好报，你才来出家；无好报，你随缘。啊，今日就无代志啊，今日无代志啊，绝对无代志，对不？哦，安尼啊，我讲。我来看电视安尼报告吼，我来替为这老上真艰苦，真艰苦。伊是一定是大慈悲圣者啊，伊是一个接慈悲的人啊，啊，搁去用过，搁去用过呢，才活到七十几岁啊，啊，都搁行法院呢。正经的呢，实在看你讲真个，真艰苦呢，也毋知要安怎呢吼。啊，社会就是按两面体的物件，所以看法不同，你袂使讲像唔对哦。啊，那买当体会的讲啊，这个出家新出家家庭，以亲情难割难舍，一点唔甘，一点愤怒，我们都可以体会的出来啊、哦。尤其对佛学的素养不认识的人，你那把佛法的尊念哦，上应该去出家都袂赴啊，上应该去出家都袂赴啊，像阮遐就是安尼啊，一个因老母啊，带因后生来，一直甲讲师傅啊，我这个后生哦，老咧食啦，出家啦。我讲老咧食出家要从啥啊？伊讲啊，后摆哎，通弘扬佛法啦。我弟弟问讲、啊，弟弟你要出家无？我不爱啊。我讲你不爱，你来广东从啥？我不爱，你都甲拖来啊。伊讲拜佛偌好，都偌好啊，对唔？我讲啊，拜佛袂歹啊，啊拜佛哪好，伊逐摆念经后，外口的狗拢咧吠。我讲迄甲迄哪有啥物关系？狗咧吠，甲恁母啊上经有啥关系？迄是歹听。乌白无赖了，对啦，乌白无赖。哎呀，啊所以，因母啊安尼硬都甲伊拖来，要出家，伊都敢那唔出家咧。啊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哈，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哈。大家冷静啊！大家冷静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拥有看法不相同。每一个人啊，拢有够资格看法无同，但是咱无够资格去伤害的众生。再重复一遍啊 ，repeat。人有权利看法不同，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去伤害众生。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。当你降服自己的时候，你就降服了整个宇宙，因为你没有敌人。佛法就是这样，一句话而已。打过来啊，智者生命是一种享受。有智慧的人啊，咱今天来听经闻法，咱就是要开智慧。咱袂像这世间人，为着小寡代志，安尼撞得头破血流，到最后一场空，啊，最后一场空。世间大家都是迷茫，大家都是迷茫，所以做那个歌曲的，啊，没有一个解脱。哎，你看邓丽君唱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四十三岁的戏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好花不常开，对不对？啊，哎。那就无常啊，好景不常在，嘛是无常，但是他没有觉悟啊，他没有觉悟。啊，那无就是啊，无就是唱迄个真伤心的，你也是寂寞。哦、都唱这了对啦，我你嘛是寂寞啦吼，啊我嘛是寂寞啦，安尼啦，拢是安尼啦，唱这啦，你未开悟啦，拢未开悟，有没有哈？佛法也不是，佛法它不是这样。佛法一讲世间的真相，你非常的清清楚楚。世间的真相，哎，你看伊咧跳舞、卡拉 OK 唱歌，你知有开始必须有结束。你看他在结婚，
他来结婚啊，开始结婚。哎呀，叔啊，遐咧办喜事，我讲唔是啊，那是八难之一啦。啊，带上纱罩，前途茫茫。嫁好人，嫁歹人，这像咧跋筊咧啊。婚前婚后是两码事啊。啊，婚前呐、啊、要睁的两个眼大大的，婚后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一定会得利啊，看法不同嘛，所以那有智慧的人了解这世间的真相，他在唱哪卡拉 OK， 你认为他快乐吗？没有的，唱卡拉 OK 哪快乐，哪台狼棒黑啊？你说啊，赌博快乐吗？你赌博快乐吗？哎，拔掉拔个倾家荡产，没有跳胆子又自杀，对不对？你说啊，两个人恩恩爱爱快乐吗？哎，那为什么会为情自杀？啊，为爱恨啊，去杀人放火，不作看的呀、啊。为爱遭天灾，为爱拼性命，吼吼，拢拢安尼啊，呀，安尼。世间的一所谓快乐的物件，一定的享受的物件，它都有后遗症，它都有后遗症，它都留着一个痛苦在后面等你，老一个痛苦在后边在等你。在等你的店。举一个例子，我有一个同学啊，我甲讲啊，出去好啦，一个女孩子啊，我讲啊，她是我的学生啊，我甲讲出家比较好修行啊，伊讲那无结婚哪会知影，哪会知影艰苦未艰苦啊？我嘛是爱结婚啦、啊，我、哦、你结婚要做啥？可安啊！那我就知道一年不积聚啊，啊好啊。欸、后来真的结婚了啊，结婚了，哎了，哦，真紧啊！哎，六冬生三个，足紧的，伊也无停的，无停的生产报告，无停的做人，一个做了搁做咧，一个做了搁就做三个出来。来，尹先生去外口工作，车祸弄一个脑死，今嘛现在还没有死啊，好久没有联络了，现在没有死啊。现在变植物人，以及一本来不在上班赚钱啊，现在就上班啊，因人变植物人啊，那三个囡啊，哎、欸，现在过来拄着我吼，考了啦，考了，考我讲考袂赴啊啦，哎、欸，我讲吼，咱人拢是抱着一点希望啦、啊，结婚就是讲想要靠对方啊，我甲伊讲的是谁靠谁还不知道啦。哎，是相克相，也可唔知啦。下面哪么克相也唔知。世间一个变化的物件，好、哦，我们的希望，那你希望只是一种希望呢？有智慧的人呐、啊，就不一样了。一张生命无常，随时不幸的事情都会发生，夫妻的吵架啦，经济的困难啦，啊、哦，病苦的痛苦啦，对吧？哎，所以。有智慧的人，生命是一种享受，因为他透视，他时时刻刻有智慧，啊，他不会未对这个世间的变化，拢起伏不定，他知影，该来的逃不掉，哎，该来走未去的对，不该得到的他不强求，随缘放下，他肯退让，有智慧的他肯退让，处处退让。处处牺牲，处处忍辱。愚痴的人就不讲，愚痴的人生命是一种痛苦，因为他什么都要怪别人，他什么都要怪罪别人。好胜心又强，什么都是疑心疑鬼啊。那两个哦，点么起起足足哦？哎，愚痴者哈，愚痴者的先啊，两个点么起起足足？哎，那两个人一定在宫外徘徊啦。因两个一定在宫外拍话啦，哎呀，隔两天吼，哎，佮拄到时，哎，佮无啥物小借问，哦，伊佮如肯定讲，我约安尼是对的呀，啊，哎，一直规工是要去探听啥物秘密，要了解别人，哦，咩啊，伊人也袂佮解释，伊就先生气啊，哦，伊就先秘密啦，伊就先秘密啦，这叫做愚痴呀，愚痴呀，啊。开始，什么代志都是疑心疑鬼，啊，就是要去了解什么秘密。有人去信徒来甲我讲啊，
讲啊，师父啊，啊，然后啊，外口吼对即摆啊，什么哦，佛教为什么看法，为什么看法？你有啥物听无啊？有啥物秘密无啊？我讲世间无秘密啦，世间无秘密啦。两个众生啊，活来两个咧讲，就是讲这个唔对，无就这个唔对，无就伊唔对，讲到落尾啊，就全世界唔对，就干那我对啦。世间人拢安尼啦，世间人伊的秘密就是是非尔，对立啦，敌对啊，烦恼啦，攻击啊，伤害啦，自赞毁他啦，家己赞叹家己啊，攻击别人啦，世间无啥物秘密的。我哦，我这个人哦，该解脱。因两个哦，那咧讲话哦，看到我去点点，哦，我行过点点，伊惊我听到啊。我讲你放心，我袂爱听这個，啊，我会走较边头，恁两个就去变数，我要怎讲？啊，世间要搞啥秘密？我跟你讲，世间上大的秘密啊，就是咱这个清净的佛性，这不可思议的清净的佛性，解脱的本性。这才叫做秘密啦！啊，这款秘密哦，你无开悟，你提无啦。世间人，世间人无啥秘密啦，世间人是是是非非啦，你兄我弟啦，我拢对，你拢唔对啦，他讲就这尔啦，你闹啥物讲？或者秘密，对不？所以讲，我们都唔免去甲听遐。啊，我这款人也未好奇。未好奇，啊嘛无爱听嘿，啊你要讲我听嘛无要紧，因为我如如不动，为啥？甲我生死拢完全无关系啊！啊，咱啊，人咧讲啊，师父啊，摩咪呢？安怎拜？啊，我拢注意听，我讲哈，啊伊遐尼拜，啊甲你啥有啥物关系？我师弟哪咧讲？我讲无要怎讲？伊遐尼歹，尊公你讲的拢有影，你来甲疏导的拢有影，拢总有影啦。啊，你要怎么样？跟我们的生死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命中，你死死你爷啊，我死死我爷，伊死死伊爷啊，跟咱的生死根本都完全无关系。所以我甲诸位讲，你想活得解脱吗？很简单，跟我们生死没有关系的，全部放下，听都不要听。有听当作没有听到，有看到当作没有看到，你就活到真解脱了。唔通一天到晚就去干涉别人，安尼你活到真艰苦。好，我们要改变别人，我们不如改变自己。我们要做圣人，不要发愿做伟人了。伟人一定是专门的行服别人的，统治别人的。你说啊，哦，咱中华民国推崇的蒋中正，哎，蒋中正啦、啊。啊，自细汉，阮就画蒋总统万岁，就画几落年啦，画蒋总统万岁啦。啊，过来蒋经国嘛是画蒋总统万岁啊，就拢安尼画画惯死啊，哦，对啊，哎，咱中华民国就感觉到了伟人呐、啊，哈、哦，啊，法国的伟人是拿破仑啊、哦，但是遭滑铁卢之役嘛是战败啊，蒋中正嘛是战败啊，哦，战败啊，哦。拿破仑嘛是战败啊，嘛是战败啊，啊，那个呢啊，像苏俄斯大林啊，哦，或者是啊，这个希特勒，德国希特勒，我们是批评他是屠夫啊，残忍，不过人家赞叹啊，所以说个人的立场不同啊，那么伟人呢，每天都是要统治别人。统治国家，统治这个社会，统治这个社会，哎，但是呢，一些反夫，统治百万的军兵，啊，一声令下，一旦安尼横尸遍野，安尼无伟大，安尼不过是一个反夫尔，世间人讴歌赞颂，对吧？你会当娱乐咧偌久？未解脱啦，蒋中正没有解脱啊，拿破仑没有解脱啊。斯大林没有解脱啊，希特勒没解脱啊，哎呦，为什么没有佛法吗？对不对？伟人呢、啊？啊，每一个角度不一样啊，有人公认他是好的，是坏的，都两面体的啦。释迦牟尼佛一直不干啊，释迦牟尼佛他只有降服一个人，统治一个人，他就降服谁？降服自己。
释迦牟尼佛一直含糊伊家己安尼尔，伊规工拢看家己的唔对，伊规工拢去掉家己的习气，伊规工就是调整咱家己看家己的过失，规工拢忏悔家己的业障，伊统治家己内心的世界，啊，亲像佛陀甲伊的弟子，规工拢关照伊内心，放下去掉贪嗔痴，拢含糊一个家己一个尔，所以伊是圣人，圣人，啊。所以啊，在《阿含经》里面讲，讲统治百万大军呢，不如降服自己。哎呀，降服自己啊！啊，咱个今仔日啊，家己在要修行啊，咱听到安尼，咱就知影啊。那参咱无关系代志，咱就唔讲唔当规工哦，插在厝边隔壁咯，安怎哦？你我都无咧插遐啊。呀，按世间人真好插啊，来啊，隔壁的啊，喂，有阿叔啊，伊也未结案呢，都大多了呢，我讲大多都台中过落去啊，我讲人咧大多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伊讲听讲吼，对方吼是阿本啊呢，我讲啊，日本人嘛无要紧啊，乌人嘛无要紧啊，这跟咱有什么关系呢？哎呦，安尼咯，无身体痛哦。我讲也毋是干那一个安尼尔，最近呢真开放啊，对不？哎呀，你像个电视诶，真侪影星，有声音诶人伊嘛不爱公布因翁是啥物名啊，即个人诶代志咧，跟咱有啥物关系？啊，咱人规工拢关心这，关心那，关心咩？正经咧上重要，咱诶生死咧，毋捌关心啦。伊讲啊，我死了要为倒去？啊！我念不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安尼有一心不乱无？哎呀，我即马有多甲人结善缘无？临命中有人甲要甲我助念无？哎呀，我会烦恼呢啊！你哪安尼烦恼，你唔得着哦啊！我安尼修行，唔知有够力无？我都跳出六道轮回无？你若安尼想，唔得着，是不是安尼？关心咱的生死哦，关心这个无常哦，关心这个六道轮回，关心咱临命中。啊，关心咱的将来，安尼唔才是巧。那有你规工咧管咧，关心咩厝边隔壁诶，甲咱生死无关系人，啊，你唔敢感觉戆戆？所以啊，记住啊，我们要关心众生没有错，要慈悲心，降服别人呐、啊，是凡夫六道轮回；要降服自己是圣人，是超越这个生灭法，超越生灭哈。那么。但这个世间有种种的问题，我们要把所有的问题，也比较注意听哦。我们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化作一种乐趣，啊，用感恩的心去面对它，你的生命将大大的不同，大大的不同，真的哦。再注意哦。我们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化作一种乐趣，变成一种修养磨练，用感恩的心面对一切的世间境界，你的生命将会大大的不同。咱爱将所有问题化作一种兴趣，用一颗感恩的心来面对一切的问题，生命将会大不相同，大大的不同。哎，咱人啊，那听人咧恶了别人，心就袂堪一啦；看人咧升职的厂长袂堪一啦；看隔壁咧加薪水，伊就袂堪一啦。这就是生命的障碍，生命的障碍，生命的障碍。啊，那我生命我不会活安呢，我不会活得这样子。啊，那那个哎，啊，赞叹佛光山啊，星云大师，我讲哎呀，大师真的了不起啊，佛法遍历五大洲啊，他真老人家真的是受尽啊辛苦啊，那你随意赞叹赞叹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不简单嘛，对不对？不简单嘛，啊。
有一摆啊，我咧坐计程车啊，吼、哦，有一摆我咧坐计程车，这个计程车的司机啊，伊上车伊就批评何公山呐，批评甲批评啊，啊，伊讲阿志生理啦，都咩嘛什么和政治和尚啦，商业和尚啊，我甲讲啊，阿弥陀阿弥陀，你莫安尼哦，哦，我讲你今日坐计程车啊，啊，人个大师就遐尼伟大哦，我讲啊，你莫做口业哦，阿弥陀佛，你莫安尼哦。啊！哎，我啊，你啊，你啊，对人无了解啊！众生就是安尼啊，众生就是安尼啊！啊，有一摆哦，坐计程车哦，嗯，批评我啊，我点点啊，有一摆坐计程车哦，啊，都咱是有修养，咱袂计较。坐计程车，伊讲，叔，你要去倒？我讲，阿弥陀佛，我要面宽咯，高雄的面宽咯。伊讲，平宽路，敢若有一间文殊讲堂哦。我讲，有对。嘿，听讲迄个主持哦，学问真饱，人细汉细汉。我讲吼，是有听安尼咧讲无唔对啦。啊，毋过真牛死蛇呢。我讲，我是无听伊咧讲啊，我是听伊讲伊咧讲拢介有道理啦。伊敢若暗捌咧乌白蛇呢。讲诽谤我呢，批评我呢，嘿呀、啊，啊不要紧啦哦，啊啊再到啊再到啊讲堂的边啊，啊要找钱啊，点咧开开。伊讲，你敢那慧立法师哦，啊土鸡啊，土鸡啊，意思真歹写意思啦，啊我不要紧啦哈。我的供养，人拥有不同的看法啊，但是不要伤人，不要伤害人啊。那过来啊，人来咧赞叹这慈济正言法师啊，我嘛是赞叹，伊是菩萨嘛，伊菩萨，伊讲啊，伊一寡钱要摕去大陆啊，啥种种，我讲啊，人咧做啥，咱唔知呀吼啊人伊吼，咱今仔日的佛教会真哩有地位吼，我跟你讲哦，甲正言法师有真大关系哦。世间人拢看有形的物件，讲正经，你讲佛法，一旦解脱生死，这是无形的物件，这是内行的人，伊才会当讲，哎、欸、啊，这慧立法师对佛教贡献真大，伊捌佛法啦。伊这世间人伊无法度，伊爱看有形的，伊都爱看这做祖先的呀，做祖先啊，做祖先咱就有一个正言法师做代表啊，做代表。哦，所以啊，我感觉我足有面子，行出去就是讲，哎、欸。你看看佛教啊，总统召见啊，正言法师啊，慈济世界呀、啊，吼，哦，安尼行到倒一个，伊就是啊，赫伯台风啊，慈济世界啊，都尽量安尼共帮忙。伊一旦讲替咱佛教做真侪功课，啊，是慈济啊，我们也是赞叹，那么现在赞叹哦。啊，所以讲呢，我们佛教有两大的吼、哦，这两个能大树哦，当然还有其他的啦，啊，对了，佛光山星云大师啦。啊，这个正言上人呐、啊，这个很多很了不起啦。啊，我是较平凡，我这是牙香对白，因为人吼、哦，我这人细汉然后啊无什么优点啦吼。啊，你都无气嫌，咱无气嫌，啊，就大家坐咧吼，吼、哦，啊坐咧大家参课嘛吼、哦，啊听笑歌嘛好，听佛法嘛好啦吼。哎、哦，啊我吼、哦。是家己感觉我是足无路用的啦吼，较平凡你听无吼？啊，佛法这款物件，因为这款不是真显著的慈善吼、哦，它是从内心的改造世界啊，内、哦、行的看门道啦，外行的看热闹啦，内行的人一定会认同师父啦啊，伊知讲哎，这是佛法啊，内行的啊，安尼恁八婆就是表示恁内行的啦。人下好吼，较谦虚咧，莫安尼家己一直拍无啊家己。我即摆咧家己学咯，你搁家己拍无啊？安尼你袂歹势哦。做哦，做歹势代志啦吼。啊，过来啊！所以啊，我是比较较平凡啊。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啊。我的心呢、啊，四法平等，没有高下。但是我爱人尊重我，我足爱人尊重我啊。比如说，我到台湾大学去上课，我去上课，一台大上课，我一定跟伊讲，第一句话，
啊，而台大是一流学府，啊，师傅来给咱上课。他是讲你来，你讲啊，我讲了无好，参你的思想无同，不要紧，你听到一半会使离开。第一点，好啊，第二点，你若像我彭公无来要去放尿，你点点爬起来，吼、哦，放尿较细声咧，忙口熟啊，安尼吼，哎安尼，两种人，哎，拢会使离开，哎，你要尊重我，因为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啊，我就是教授。我就是老师，你要尊重我。哎，无人离开，无人离开啊！台大的同学没有人离开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学历高的，哎，有时候变得好讲话。上惊的是迄半桶的，我听讲五专啦吼，五专的，啊，唔是大学，也不是高中啦，比大学较低一级，啊，比高中较悬一级，迄个拄啊掉伫半桶的迄个，所以我定来叫，我唔是看五专无去，唔是这意思吼。哦半桶的啊，掉在半空中顶起啊！佛法讲伊捌淡薄啊，你叫讲讲无，你叫批评一大堆，哎，所以讲啊，我们啊，哎，要了解啊，众生的看法都会不一样。阿弥陀，我不会安尼，不受影响，但是大家要彼此尊重啊！我今日袂讲，哎，我今日啊，伫哪口体育馆五万人那么大的场面。总统来避暑，我都拼性命讲，啊，我来到南投吼，两千通人，啊，我就凊彩讲，哎、欸，在座诸位，我无这款心，我伫个五万人的头前安尼讲，我伫个南投文化中心，我也是真热心咧讲，你看会出来啊？心情不受影响，啊，包括美国的哈佛大学来请师傅去上课。不过，英国的牛津跟剑桥大学来请师傅去上课，我也袂感觉讲，行路就三角形，哦，安尼，你看，你也讲，哦，你也讲，我不得了安尼，我袂安尼想法，啊，较早无学分就 A， 较早无学分 A 啊，较早因为读建国中学真清啊，也不建国中学一等学府啊，这秀学号啊，建国中学啊。啊！坐车坐安尼啊！啊！那咧动车吼、哦，实在是啊无讲真大个动车，啊咧乖，小可动一根本都不要紧，我咧乖。意思讲我写好，你唔知看个呢？哎呦，这个想起来吼、哦，足歹势啦，足见笑个啦，足见笑个啦。吼、哦，正经个啊，啊，足歹势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即马来去到图书馆店吼。去到图书馆吼，吼，笔拢啊，变啊，笔擦安尼啊，笔擦安尼啊，吼，啊，拢伊去动着鞋号啊，我赶紧压起来啊，赶紧压起来啊，吼，哎，安尼，哎，阵啊，少年人啊，爱人娱乐啊，佮惊遐小姐无看到啊，惊假了嘛安尼，啊，足愚痴的哦。即马我若讲到记忆，我是足见笑的啊！讲正经的啊，世间也毋是讲你一日读建国中学尔，然后读台大遐博士都无咧讲啊！啊，哎，我们不了解生命嘛，因为咱无了解生命，咱总是讲我有优点，希望你来认同啊，拢是安尼。活在别人的掌声之下是最脆弱的，这可见我以前很脆弱啦。啊，你莫耳舒服安尼啦，所以记住要把所有的优点全部隐藏起来。慢啊！不，你也树立敌人哦，你也树立敌人，我不跟你骗你哦。佛陀说，不要在智慧，不要在你的智慧当中夹杂着傲慢。啊，我看到佛陀的这一句话啊，真叫大彻大悟。意思说你很有智慧，但是你千万不可以骄傲，不可以在智慧里面夹杂着傲慢。哎呀，释迦牟尼佛真是伟大，所以。建国中学一拍电话来，伊讲我得到杰出校友，我杰出校友，哦，建国中学到今仔日有五十届啊，我就讲啊，辉华师啊，你要来领奖无？我本来甲讲啊免啦，无让别人领好啦，愿，哎，经不起他们苦苦的哀求，好啦，你等下领这杰出校友啊。我比较讲好啊，无咱你来念嘛好啊。那即马出家修行去念都无同啊，都点遐济啊，点遐济啊。
那后壁接触少爷拄啊45M，啊，马英九啊钦，周柏廉啊钦，简又新啊啊，啊个迄个卢修一，伊嘛是建国中学啊建中的啊，哦，啊马英九得做代表啊，啊去啊，大家坐啊，啊后壁迄个甲我拍肩膀，哎，魏瓦斯，我咧听你录音带呢。无感觉啥，我也袂操蛋，我嘛袂讲，要代表爬起来讲话。我讲啊，咱英九阿兄，哦，你爬去讲就好啊。叫英九兄，啊，马英九帅哥，查某来看到伊就死死昏昏去哦。我讲伊若出来选台北市长，稳调的；啊，选台北县长嘛稳调的，稳调的。伊就干那遐查某，查某就拢打好伊啊。伊就讲咧，这部引导伊就冒死啊！伊，哎，马英九啊，啊，我是敢徛伊个边啊啦，因为咱玩得袂歹啊。所以啊，今天讲啊，啊，咱的心啊，都真平和啊，真缓和啊。得到了这个，又能代表什么？你得到杰出教员代表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今天我觉得最安慰、最快乐的，就是说。那你让江湖化圣灵的思想，给散布在宇宙，和清清白白、满满的人了解人生的真理，可以让解脱内心的痛苦和烦恼，婚姻可以美满，有姻缘可以出家，这些烦恼的人可以得救啊，想要啊了生死的人可以解脱。所以我感觉今天我的生命最大的意义是说，独乐乐不如以众乐，牺牲奉献，这是我的职责。所以，让他对我讲呢，安尼给他赞叹，我拢甲伊讲，这是我的责任，这是我的义务，这是我应该爱做的工课啊。所以宗教家伊就是安尼。所以学佛前那种狂妄，我阁练过跆拳道了哦，我跆拳道两段了吼，唔是用拍了两段，是练过跆拳道两段，这是实力派的，我这唔是三只拖鞋换的哦，正经的哦，像以前的那种智商高，因为我的智商158，跟我的身高一样啊。我看你算真高了嘛，我身高157.5，四舍入158，智商158，智商158，身高158嘛，智商真心真高。读册一读啊，跆拳道两段啊，对不对？你习惯那种心态哦，充满着优点，想要一直表现出来。到现在学佛了，大不相同。是那人一副的学佛啊的心态，跟无学佛的心态，那是大不相同。我过去一直要表现啦，拢真去用讨呀，拢去用骂啊，后壁拢去用骂啊，拢去用扯啊，这扯落去改伊行啊，缀伊行意思啊，拢爱缀伊行。咱今麦呢，拢收敛起来，收敛起来，然后优点别人的，然后功德别人的，我拢杀给别人就对了，杀给别人啦，然后讲要出名，你也讲嘛，那记者要找咱电视台，对不？那电视台拢要找名人呐，像搬几只啥，搬几只啥物观世音咯，恭喜啊，搬几只妈祖咯。把这是什么阿弥陀佛咯，起码你搬了，伊拢会出来做评语啦，做评语，拢要叫他出来讲几句话。我讲你莫叫我讲话哦，讲话会叫骂哦，一定是在妈祖山乌白搬，观世音菩萨啦，到什么妖精啊，观世音菩萨去怕输哦。人生难得今已得。佛法难闻今已闻，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，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。希望大家发心，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，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，十化为百，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。高雄文殊讲堂。